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送其礼。我的名字叫张淑芬，在3年前，一个很特别机缘之下，我开始教人家打，带人家打坐。在去年11月的一个早上，我在车上的时候，就有一座光来跟我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个一座光？”那时候我没有听说你过一座光，我跟他讲不要不要。当天晚上，我们到一个林先生家里面，他们就给我看本尊的照片。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可是我一直叫自己不要着迷，不要迷信。可是因为看到这照片有喜悦的心情，所以我就把照片请回家。在照片前面，因为我是常常静坐，我就在那边静坐。静坐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叫带人家打坐的时候，他们都有感应，他们会看到不同的菩萨道跟光，所以我开始在本尊前面打坐的时候，我们打坐的人就有人看到不同的旋罗光跟一个穿西装的人出来，因为他们也没有听说光身或者本尊。那时候我就知道光身跟本尊是在帮忙我慢慢开我的智慧。在这中间我有什么困扰的时候，光身总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让我开我内心的智慧，我用同样的道理去帮助别人。到今年90年的中旬，我跟我师兄开车到南部去，在那边的时候，我自己的本体就一直念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送其礼，我就一直念一直念。那时候我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情，因为我本身中文程度不是很好，我不会赞美，那我就晓得哦，这是将来我的赞美词。赞美了一阵，在车上赞美了一下以后，我就开始用唱的，就用唱的来代替这个声音。那我从南部回来以后，差不多经过新竹了以后是晚上，我又本体又开始唱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送其礼。到快台北的时候，光生他中间教我很多东西，后来光生就出来讲，他跟我说：“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以仁爱之心感化世人。”我赶快把这写下来，所以我嘴巴一直念：“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以仁爱之心感化众人。”后来这个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10点半，我们就到台北吃宵夜。我们在路边吃宵夜，那时候是在地下很脏，我在想，这么脏乱的地方，我用怎么能赞美法呢？光生就说：“你不能这样子看，你看看你隔壁的那一桌人，一家大大小小，欢乐天伦之乐是怎么样？这是多可贵。”我心里想：“哎，这也很对啊。”到后来，我们开车回去，在忠孝东路已经快11点了，那时候车子很乱，我想我怎么赞美法呢？光生又说不对了，你看看在这个时刻有这么多人那么愿意出来，所以可显在这边开车可以显示这个社会的繁荣，人心的健康。那时候我就领悟到，看这个世界跟这个人类跟同胞们，我们要以赞美的眼光来看它，所以你看的角度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去感化自己。那光生跟我讲，把这18个字送给同修们，跟把你的歌、把你唱的赞美词也送给同修们。所以过了一个多礼拜，有蔡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差不多6、7个人。那我就把我的感觉告诉他们，我也唱给他们听。那时候我们6、7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应，也不同的喜悦，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这十八个字印成照片，印成照片，希望能送给同修们。那时候我们在讨论怎么做的时候，光生就说我们在计划印几千张，他说不要印这么多，你只印少数的，因为你印太多照片的话，别人不会珍惜，会糟蹋了照片，所以我们就只印了500张，大大小小500张。上礼拜我送到中心来，我的本体希望我出来赞叹，可是因为那时间太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我就利用时间把我的感觉讲出来。这整个的印的照片都是我只是建议，都是一个蔡先生他做出来的。最后我希望我们大家同修能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以仁爱之心感化世人。那我现在最后我以用唱的方式来赞美光，赞美本尊。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升起立。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升起立。感谢光，感谢光，感谢光。我是新竹分会会员陈婉仪，陈心仪的妹妹。陈心仪哦，陈心仪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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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陈心怡哦，往生了呢吼，啊，你马上看到陈心怡回来哦，有，哦，陈心怡啦，对，有，然后回来有阳光，啊，回来这摆拢有阳光，佫较无加加，伊也有阳光，迄个正是，啊，若无阳光叫做四变，就这摆按你认就对了，有阳光的就是更加你照见啦，有熟识啊，无机会记着，哎，那叫有，啊，若该四变的想的，无阳光，安认了。陈心怡，今麦跟我阳光，有，哎呦，按着照定，按着确定啊，阳、光确定啦，对，就简单说，感觉哦，你感觉不可思议，哦，我你进到这无错咯，好，谢谢谢谢，好啦，以往以往老女主角，今日女主角，啊，你要表达啥，你一人讲不要紧，大家座谈我想要讲啥，我反正境界拢边境界哦，安尼才有迄、那个有一个水准。感恩本尊，就一直很感恩本尊，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就常在回想说，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光怎么办？然后呢，我今天真的就是想感恩玉石光，然后还有法身，对法身就是展演出来，让我感受到了境界。那我先讲那个一月份的时候，我哥哥有带动我。法轮背光那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头后面有银白色很大的那个圆光这样法轮背光哦对我就一直觉得头后面就是都一直有重量然后也看得到就是这个亮光过没几天就有六个应该是天人就三个男的
三个女的，然后都很漂亮。一般人间的一个人啊。对，应该是人间。好。人间的不可。我就会想到说，哦，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坐热气球，然后去土耳其玩。真的土耳其那个样子在那里吗？对，土耳其哦啊，就是临场感呐、啊。对，那起码这个境界就是要达到临场感呐、啊，按这个宇宙人生的实相。你刚希望我你的看到是虚空啊嘛，看没星光光一丁嘛。对。你爸爸才兴趣的啊。你那时候好像小学五年级吧？应该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哦。对，到这境界，你哦，不用说，那都已经，临场感，这样的临场感的实体化。嗯。分身去到那，啊，土耳其，入去土耳其，摸壁好，摸物件好，啊，在那正你在观光，安尼啊，摸哦，摸下摸下拢真。对，就是那边的气候。啊，你家拢感觉拢真。然后泡温泉，就是山丘上有很多那个温泉的那种感觉。对，都有出来，感觉他们是陌生人，但是 又觉得很亲切，亲切感、啊。对，迄种无纷争，无什么宁波的跩观念无，是，迄种足和祥一片，进入这境界拢是和祥安平，嗯，非常的好，特别就和平啊。啊，你要人要学这个，就因为看到人类他活得有一点悟空了啊，看人的变化，看种种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将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微妙为微。是。啊，要进入最和平的世界，那里面就是慈祥里面。就是，不用说，飞到空中去，不用，直接就是法界，你坐在那里就是法界。你现在，比如说，直接从这个墙壁看过去，哇，整个在山顶啊，啊，法界安足水的，拢七宝，这边有没有法界哦？有。这墙壁拢隔开，哦，透明的都隔开。有。里面有够水，哦，有，这宫啊拢有，有，我这宫都很漂亮、啊。七宝，然后金色的宫殿这样子，哎、欸，那比人间拢无呀。然后那个树都是、欸，啊，入面感觉就是拢绿的，嗯，拢绿的，入面感觉哎，足快的，因为你去高山上看到，一直看到延伸下去，那个广大的平原呐、啊，树林、森林拢有，啊、哦，有宫殿啊，哦，哎，文心入面高呀，有看到，哎、啊，华这宫你看好规排。要留下来也可以，要单独也可以，要整个都你的，单独一个人也可以，非常好哦。对，我看到山河大地跟一整排的宫殿。都有，都含真的都相像啦。河流啊，城市都有啦。有。什么都有啦。嗯。啊，不用烦恼，要用变的，用变化的。哦，你进入法界宫啊嘛。有。啊，我说，哦，这水的。对，金碧辉煌的法界宫。对，然后。那个壁纸含人间一切都有壁纸，有够好。植物。要什么食物都有食物，嗯，那种行为的变化都有。按今天那种现象，吃饮料、食物，三斤美味，你才能加的加，肉身的加。啊，你现在更开始在享受这一种境界啊！啊，你八回以后，那就免讲啊，你都就会了啊。弄个当变化，而且你已经有自证其证，那个法身啊，这个宇宙意识啊，这种宇宙意识更掉嘞。啊，在瞬间成立耶，在瞬间的成立，这世界，包括释迦说三千大千世界，拢是这个意思。嗯，一地离聚，离聚就较侪咯。哦，你讲你真看这个范围足济啊，很广大嘛。对，就好像我们平常在电影上看到，从山高上望到河，哦，广大片，隔壁一千个，好、哦，还看老宽、哦，一千个就一千个，有，啊，这种法界啊，嗯，啊，伫你虚空，伫你涵盖的虚空内底。宇宙、人生这两个拢连着的，宇宙跟人生拢相像，迄个意思。所谓人天无差别，安尼你进境界，按照意义，啊，你用得了什么光、什么光、什么光，嘿，家己也照出来。所谓用，就你自证其身要安怎用，伊何你用，伊要何你用，啊，你就要知影伊的意思，伊。你全部的内容，你这个分身保护你，这个化身，伊内底存在宇宙意识，所以宇宙是咧必在意识宇宙，所以讲属于即摆讲意识宇宙的是在，就是化界天国的，指的是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你看水哇，边拢透明，你直接头前就是化界啊。对。没有到天顶。法界已经现前。就在现前，人天无差别啊！哎，太高了，一本意识宇宙无下边。
这星球和我们都没有关系啊，可是我们把它有关系，比如你看到太阳，看到月亮，假设月亮可以它移到你的旁边来，你进得到月亮的电管啊？有，进到月亮的电管，你看到。嗯。泰克的意思是安尼，和咱有关啊，意思就是和你变和你有关。啊，无你讲巴旦先生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但照中我们的生活。哦，人类和它没有关系，已经还没有关系，意思宇宙的，它很弄当毕竟，哦，你讲光土耳其的，那个城堡，土耳其出名的城堡，那个叫什么塔一种，城堡，那个教堂弄红的嘛，清真寺啊，哦，这里看的就是土耳其安尼，伊来你头前，你坐伫门口的，哦，有，哎，含在月亮上头，伊来头前，城堡伊来你头前，像这样的，甚至含这根组合村领导还没到底来对。这也相像，啊！你啊，主人常常看，我有时讲常常甲印，常常甲印。我有一句话讲：知任法性，知任法性，波罗智出来。伊表达上，你免问人，主人就知影意思。啊，也甲我讲，你有一挂问题要问，有问题就是还未达到迄个境界，叫做有问题。都无迄个问题，波罗智啊出来，拢家己会知影，免问问题。嗯。我包拄着头一张图案，28个问题要向请教，啊，你就是无境界啦。伊家己波罗智啊，生出来你也常常咧演咧法性真种，法性来甲你讲。啊，这迄个你已经形成有迄个意识流啊出来啊，啥出来？会当通到天光光，通到啥物迄个啦吼？都无所谓有问题，迄就是迄个人境界还未到遐。因人而解，就是看你个知影意思。你进入到法界，讲我进去出来，迄个境界出来，你个意思，你进做生的意思，比如讲，哎，我要入去即间法界，讲遮水安入去。啊，你个有关意识安尼想的，伫遮想的啊。啊！伊只意识就甲你传播这根，啊！伊就甲你表达出来，你就入去啊！你的法身，你的自见提升，看下你家入去啊！有那《华严经》形容的广大如虚空，都主人啊！啊，有足清爽的清凉。对，很清爽。一切空气啦、天气啦，将这种反映出来，拢是好的，而且要轻松活泼，觉得人生美妙，觉得那个地方很美丽。你莫想去我来啊！你这个无我境界盖观的，一直咧经典，包括专注咧讲无伤我，做妄想，就是训练这忘记这个我，可以表达出来，迄种你的。啊，你真个已经自然啊，到时发境界就有境界，真好啊！啊，了伊自然伫你心，也制造出来，也唔想制造，也家己产生出来，生实相。你生实相出来，生出来，生出来的法界出来，生出来，都和你有关，和你生活有关啊！你就活在其中，活在宇宙中，整个宇宙都不主动你的啊！你的感对，感本尊就是本尊在讲说涅槃即世间这样子哦。我想到我有一个赞誉，就是有一次我跟家人去吃汉堡店，然后我不喜欢吃汉堡，但是为了家人，我想说好，我就跟你们去吃。哎，要吃那个汉堡的第一口的时候，它突然变成龙虾，然后周围的那个环境全部变成像宫殿这样子，变成金色的。你这我不喜欢吃汉堡，就是我不喜欢，就是五官是迈进。伊知影，你的这个法性知影，根也知影，啊，你内底有功能，啊，你用伊无对啊。伊即摆汉堡就变龙虾，就你爱食呀。马上改变，是他自己就变出来，遗憾力的合一。你的五官意识伊知影，我不喜欢的是五官意识，伊知影，伊让你喜欢。伊内底合理的东西喜欢。咱想咧念一句老子，一句自真自善自美，拢是你好的，美哉自乐，拢好的，无一种歹的感觉拢无。不管人事地物，一切拢好的对，法界足完美，这展现出来拢完美，因为你已经显化。有这个自证，直接来证明你显化了、啊。想什么有什么，后悔不来拢实相。对，所以就非常感恩，就是直接就取代了那个不想。我定意识观了，免感恩我了，感恩意识观得了，意识观的感恩更得了。啊，无伊都嘛强调，你要怎样要安排嘛无？啊，是你拄啊小学一年级，啊，恁爸爸妈妈在学堂，啊，拢叫我去恁家，啊，恁两个拄啊伫啊迄个。啊，无一种接触到的，结果伊先显化，伊看我没事，讲伊就是虚空。啊，伊陈金忠的女儿，伊相信左镜，伊无相信光啊，对。爱就相信啊，伊袂讲白贼啊，伊就相信啊，开始从投入的。啊，怎啊你会当讲出跩？
累积咱三十年的经验，迄真实的，迄非常的，迄用眼光看，这是代表永恒。你讲哦，我看了啥，看了啥，看了啥，这个内幕诶内容的藏着，它就是永恒，它是你的生命。你就要找到真实的生命，所谓真实的永恒，不真实假生命，那得假会死的啊，会毁灭的，会亡的啊，较好啊。癌症啊，按照什么症就拢来，啊就死啊，啊就无看到啊。啊，这拢内都永远存在。是。那肉体开始无去啊，这个啊个就这，你的自然就是你啊。啊，这句不是做边缘的话，做边缘的话，可是它就是存在，其实就是你。啊，这讲咱你唔免做别人听，你听下就好。这个等别人听，伊差不多要五十年嘞，你知道？是。所以这个你个享用、享用、享用，迄个生命。享用不是贪图享受，不是涵盖你的享受，是沉沦堕落，会让迷魂心智，五色令人心盲啊！老祖讲的五色令人心，啊，没无讲啊！嘿，干嘛？哦，你生达到一种升华，你讲往世间做有意义的，因为你即马啊在生，所以往世间很有意义。啊，无影响着你的工作，无影响你的家庭生活，都无影响。啊，就是要把这个幸福报人。啊！你来经过你过滤、思考、疑惑、冲撞呢？插头你啊，我跟你享受得啊！对，然后我在感恩，就是我哥有带动我举身放光。有一次在电话里面带动，然后我就开始看到像本尊说的甜甜圈的那个圆形的光这样子，然后到哪里？圆形哦，嗯。这个光哦，迄、那个形是基本原型哦，伊变了才个几啊种样，有阵你搞不清楚啊。李生芳，安怎你讲？好，然后所以他那个哥带动我的时候是跟我说，只要这个光在哪里，那个地方就会隐身，就会看不到，或就会消失。对。然后有一次改变形象，我那迄个听有那李生芳光都走诶，哦，爱主人。不是针对光，哎，针对你的心念口言，你讲啥，伊配合你的，像我今天我讲什么，他配合我，按叫做合一。啊，你啊，伊无配合你，你该怎么发，怎么啥，还未进入状况啊？因为你想伊这个肉体来啊，啊，你即摆大家迄个已经熟能生巧啊，心念口言介重要。然后伊讲啥，你对你讲啥，光替你做啥呢？我有一张相片，你拄啊摄出来，改变形象一张。怕伊一行变外行，比如你真该起这自身那种光，比如讲，我有做过讲，你坐伫遮，我坐伫遮烧哦，这你会嘛？这一般你也会，你拢会嘛吼？你嘛会嘛吼？啊，佮较深入入去安怎呢？比如讲，如来云，如来化身云，化身之前来讲，忽然间规身规个，你先看森林，看做森林，有，咱在涵盖的森林，忽然间起雾，哦有，雾好像有攻击力，也伫入来咱这间内底。全部都是雾茫茫，都看不到对面的，有没有？很浓雾，浓烟。刚才我想一想，你看不到我。对。雾啊，浓雾啦，如来云啊，如来云。然后要化身你的改变形象，搁另外几种方式。雾进，规个整个高速公路，有阵头前看不完呢，还怕方向灯有啊？雾哦，雾啊，你看啊，这规景都进拢雾呢，啊，你看到迄森林拢，越森林遐入来呢。哦，雾，佮内底拢雾拢看袂。啊，只雾消去了，你坐伫遮，你看你坐伫遮，我就变做你，有、啊、改变形象，靠如来化身影都做。哦，啊，做较紧嘞，用要改变你的形象，你看，伊就是你。雾好我做，我咧做实只，闭嘴啊，一个雾就出来哦，浓雾就该大条的，啊，规间厝啊，拢浓雾较扩大。规间厝外口拢浓雾，他看不见了。啊，当雾散了，要清楚。你这里啊，不是伊啊，是你坐在那里呢。你我坐在那里。有看到。完全是你，没有他哦。对。不重叠哦。有看到。那更加就好了。感恩。
按诶悟用悟咧，啊，这个配合迄个几声放光的，有几声放光，伊内底伊无表达几声放，伊表达这出来，改变形象，隐身改个身隐掉，诶，几声放光的工作。啊，唔是讲哦，我几声放光特别红，变怎啊？啊，红你的认知有限，伊咧放来放去，你唔知影意思啊。啊，你会嫌伊啊，嫌你无嫌伊，嫌伊无效果啊。啊，是你程度无够，唔是伊无效果。啊，正这按你表达的，包括指向方光，涵盖隐身法了。嗯，忽然间啊，看我无去，唔免拢有。有。我多啊。可以。这拢无坐人，啊有无？没有坐半个人，只有你存在那里四节。有有。哦，也等于完全没有人，空空荡，只剩下杯子。对，有。哎，我去叫我那个。哎，恢复恢复正常。哦，哎，哎。啊！你按起来做迄个沙尘暴，或者你咧讲来有迄个沙尘暴，我靠，沙漠。哦，有看到。哦，沙漠开始起风，沙尘暴冲着，凶猛烈，开始惊会惊人咧。哇，那个声音很，而且很响。你拢讲临时呐，你体会呐，你话不舒服没关系，目睭先看嘛，哇，迄个沙烟着迄个感觉。哦。有无？哦。烟着哦。嗯。因为眼睛满满的沙子的感觉，而且眼睛痒痒的，想要抓，阿姨没有你伤害。有哈，那痒痒就不舒服啊哈，啊辛苦，有的痒。身上都有沙。沙尘暴一退，这种好起，恢复正常。哦，有。这个表示你的法性吸起了，足紧的，摄受力非常强。你若有啊，啊，摊到啊，浓雾啊，小香。加进去讲会呛到，干嘛在咳嗽？我完全说不舒服，这个烟呛着安，开始再一次浓雾，啊这边吼，有感觉无啊？有，这个烟该呛着，准备灼灼着安尼，足不舒服。有，哦，我得安尼有啦，安尼有啦，消气哦，啊就无啊，烟雾消的啊就无啊，哦没有，对，你无看到头前，无一定看波啊，啊雾甲你用的，你就无看到我啊。无啊，啊无，你真就无看到我，刚听我声在在咧讲。对，就一片白了。你看到无尔，你无看到我伫遮。对。哦，我讲你嘛是隐身术的一种啊。哎，内底隐身放光咧倒走啦，知无？啊。啊，伊无表达出来了，出了两三下就知影，功夫有没有？一下就一招就知道。感恩。我安改了改了，你真咧带动小龙有啊啦，跟。你搁继续讲。哦，没有，我是说我在看举身放光，我是把我自己用那个举身放光罩住，然后我的意识跑到法身的，就是法身在我前面，然后法身就看这个肉身，然后这个肉身就是完全不存在，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没有这个，就是也没有呼吸过这些。你的法身看你不存在啊？对。不存在，然后我就感受到都没看到人的都看不到，我就感受到一种空无的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六祖慧能说的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你啊，几身光啊，什么法轮光，什么光啊，滴滴的哦，你是不是不是无用到？有当时拢表达，这个无一种的眼睛啊，你拢表达出来，哎，但伊无出现。哦，啊，咩个就是说，讲什么光，什么光。用会到，搁再会当发挥出你功能，感觉是哇，非常。像你当初啊，阮边两个安尼看话这个啥，哎，安着无一种用到啊，本来就拢有啊。感恩。本来拢有，这你进印象、共享拢有就对了，真济、真济，非常的济。你袂得沙尘暴有的，啥咳嗽有歹有好的，安着该加了。啊，消气就拢好气。啊，咱下来讲伊过日目睭红红的，瑞啥？唔是伊红红，伊袂受伤害。迄个你即摆热得热时，你的手可能啊吼有迄细菌，迄倒着暗暗，眼睛不舒服，这是让你体会一下，嗯，是，当安尼。是，我就觉得真的很感恩本尊，就是我现在很喜欢回到那种心很清净，什么念头、什么杂念都没有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我想得到清净，想安定的不清净啊。卖安个想，伊自然哦，你也亲近。你但都要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迄是本体、本心。对，本心足亲近心，足亲近无染的呀。啊，你当卖讲都哦，都爱安怎修？爱都无你遐修啥？伊本来都足清净的，你当个假如修如麻烦。
何处惹尘埃？是你家己肉身底下咧惹尘埃，伊哪有尘埃？那是文字上的得德啦，嗯嗯，是体悟啦，嗯，啊，你这直接就是安尼啦。你化身，你看你伫遮，哦，你真正化身出来，看你，你无坐伫遐，对，你真无伫遐，化身，伊的世界等于你的世界，对，伊的世界走去遐。看一下，对，空只剩椅子、嗯，所以要看啥世间地方，啥拢看有就对了。嗯，人咧讲啊，看伊恁兜，看你英国的厝，法国的厝，你即阵住啥？美国。不，圣地亚哥。对，要搬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门口啊，委员那里瞬间当搞，委员那看得到，而且那个距离都出来哦。有。底下迄个距离够哦，一个太平洋，一个距离，一个方向方位拢出来哦。有那个海啊，黑不一定了，有放光照见了嘛，你一根就照出来了嘛。啊，一根无做你看，一定要直接表达结果，你就看到你家的门，圣地亚哥的门口。啊，你看我照相照出很多，就移到前面来，放光，然后移动过来，在你面前了，门口在你面前了。有，你怎么解你门口门靠啊？有，对啊，门靠啊。啊，我想把这现有的匾额啦。规个啊融合成伊，你看迄个门，一盘位含迄个门融合啊，是你圣地亚哥迄个门，要入迄个门，伊伫内底啊，甚至入去你的客厅，伊融入你的客厅墙壁内底啊，拢安尼翕到的啦。啊，这边在解说，很多照见了到几多吼，都你看看亚哥的含有照见啊，你本身都有迄个意识观的成分啊。啊，人唔知影，所知量有限啊！啊，我刚才二三十年前在讲，木星是我的枕头，啊，土星是我跨脚的凳，在讲这个色体虚空，那也不可能。一目望到八大行星，一个范围弄出来，有八大行星位置弄出来，有，确定了、哦，有，就是这样子一个椭圆形的状。都八大星天文天这些天象规个拢出来，八大星木星成大粒对吧？有，啊，伊都有分种嘛，有诶地质诶，有诶液体诶，有诶冰层诶，分三种嘛，对吗？我讲木星是我的枕头，你看你也巨大身，进来困伫遐跪脚，啊，土星你也脚骨跪当土星咧，有巨大身会当遐大。你啊，你啊，对啊，你啊！我刚才在讲，人听得到哦。不可能听得到嘛？巨大声横躺。你啊，对。不，你主人和你看，伊是巨大声困伫头，困伫遐做枕头。木星会当做枕头啊，伊气沉的啊，气啊，哦，伊也毋是土地的，袂定啊，软软啊，你可能不舒服啊。土星，啊，土星凉凉啊，对啊。啊，对啊，啊，你怎啊在玩八大行星啊？都不可思议哦。啊，人变巨大声，迄个感受，你伫遮拢感受到，你肉身进伫遮拢感受到，有，以你意识里有串通啊，嗯，他们化身拢有串通啊，有连结啊，所以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感恩，我在感恩，然后赞誉一下我的境界，就是有一次我在半梦半醒、快要睡醒的时刻，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镜像，就是。我的法身长出了翅膀，飞到有天观光的分身那边。分身是穿黑西装、黑头发的分身。然后那时候他就有给我放光，我就非常的感恩。嗯，啊，较有敏感度的人哦，就含咧分身交往，含我的分身交往，你要什么拢有啦。阿妈分身啉咖啡啦，阿妈分身，是我等安尼伊拢出现哦，不管黑头发、白头发，你阿咪，迄种，你境界就自然去咯，足紧就马上进入状况。伊个境界就拢保护你，较会紧。透过我人，我再甲你解说啊，迄个吼，直接扪心讲，简单扼要的方法。对，分身当时是放一个七彩漩涡光在我头后，我当分身对。哎呀，伊迄种个拢百分之百。那时候有看到，你有阵啊，你无记得我，你看到往生的人来，让我哦，终于，迄个会知影，我唔知影这个代志，我爸这是啥人拢唔知，啊，伊啥人拢知，真心伊那
我真有心啊，向道啊，看得到有眼光，我无甲加，伊都往生啊，要加什么眼光？分身你拢会注意到啊。啊，平时你有分身交往啊，含我交往就等于还分身交往啊。哦，所以你来做会长啊，就像属于分身，属于伊个大日来百分之百成功。啊，若属于人来啊，稳平平啊。啊，属于分身去，属于迄个伊个倒下手，伊个动咧。到今都无动啊！我想讲啊，想起这个恶来，啊，想起家己的功名利益来，哦，做官啊，小生未晓过，过天波那才会大啦。啊，你妈妈较早，伊才怨叹我来讲，我无后面斗走公道啊！我要立时个分身啊！你用分身做位去啊？哎，伊听袂到咧，你妈妈听袂到。诶，我讲的是较直接啦，听袂到咧，对唔？诶，你唔是，我唔是咧做灵芝，含你，含较早，含恁爸爸在摆讲，拢去讲道去遮，讲安怎灵芝开场安尼讲，以前做会长来看，无下面斗走，伊期望真歹，我等历史对，我诶分身的价值就伫遐，分身价值唔是我价值啦。迄分身你用袂着，啊分身拢替我，伊拢知影，伊今日即个眼光哦，陈心怡以前还袂讲着眼光，啊即摆伊来有眼光，我摊拄仔有看着。为什么？迄分身也替我用啊，补啊，无注意着呀。哦，啊因为这范围生活范围足少，接的人也较少，无多展现足大个功能出来啊。分身也伫遐用啊，十摆用用啊，无机会啊。啊你有境界的人想要也袂见见，哎、啊，你自然你境界。伊就你想想，就拢有啊！自然你咧表达下，拢无意中的在跟着拢影响着你，特别适合生存的法界，永恒的基本条件啦，在跟啦。啊，你在生啊有在跟，无意中有那用会着啦，毋是咩啦？啊，用是无用为大用，嗯。啊，跟咧表达下，你要安怎带动伊啦？哦，可是你有几尊光光，你有天光，你有天光，啊，你是变怎用伊啦？伊也无讲明利益的思想啊，伊也无含涵盖的思想啊，伊的心的广度，伊等于拢无啊。爱配合你爱啥，伊配合你啥。大家迄个境界当然上好啦。啊，偏偏你若肉体，大家即个程度，我都得到最高的人，你心拢无欲望，平静的。你谈多爱句话，希望能平淡、清净、无染。啊，就清自然的清净无染啊。啊，人诶。不亲近，不污染，有什么某种欲望，某种你的作祟，你再产生一个没有达到我的希望，没有什么，我的欲望低诶，没有完成，你再达到有这种杂染的感觉，不满意的感觉，你这才不亲近。啊，你啊，这都得了鬼，只能清净哦。感恩。更久的答案嘛，清净，心里的黑暗都照明了。啊，全国人要救啊，救无济。啊！即个伫你身躯，啊！你个唔知变怎个用得到，享受得到，啊！就用尊重尔，用较重视，讲啊，有它的存在，对唔？伊也无欲望啊，欲望是人的欲望，啊！也让乎你清净无染，幸福快乐美满，非常幸福啊！对，根本就是我要就是清净。我想咧念一句就解好，比咧做皇帝太后都较好啦。这两个是因为简单啊，讲。啊，这两个就烦恼的代表啊，亲属啊，跟慈氏代表的烦恼的代表啊，啊，用这两个是比喻是不大对啦，比喻拢较幸福啦，比这意思拢比这前提上拢较好的对啦，幸福拢较好啦。你谈到一句，我要清净无染，啊，心足清净啊，过来足幸福观，有可能诶，跟你含跟交往就有可能，含你的化身交往就有可能，啊，足少人含化身交往啊，家己的化身，阿卖讲含我。含我的化身，你含家己的化身交往，啊，足少人有化身，足少人交往的，你也讲足少，几乎没有啦。多者含化身的交往，大部分拢是用南波来，即个五骨，即个肉体来。啊，就是到尾啊，啊，即个讲都无效啦，即个都啊，即个就开始脱落，就这样简单。是啊，啊，你不会，你个注意哦，一直展现出来，哎、欸，广度啊，哎、欸，你那广度，啊，正常条你嘛无想，啊，你头前就是化界。没去到天顶，你先去到天顶也好，你先得过华，去到天顶来华身啊！哦，真足转足转的天顶，
你先去啊，马上去到呀，对不？你的境界当安尼啦，做好演的。啊，头先化界水张开。哦，有。化界水张开了。哦，头发蒙雾像在鬼笼来了，你就足水足水的世界。真的是庄严国土，然后足水足水。起世间呐，就是讲缘起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小千世界，其实都是这个宇宙意识开始凝聚，也开始凝聚开。凝聚安立安住，然后成形永恒。是安尼呢？起世间计在底下呢？哦，引用个起世间啊，有五十二字吧？啊，意思就是凝聚，头开始都无想拢无，可以凝聚你宇宙意识的凝聚呢？哦，凝聚哦，化界功什么功？哦，作祟世界，超乎你人类想象的世界出来，作祟作祟，祟到无法形容的祟，拢美丽清净无染。这也是你记得哦，都成就立体、实体、亮度的出来，实体跟都完整的亮度的出来啊，亮度出来哦，随着亮度，你的心也自然清净。啊，你法身啊，想要去啊去啊，啊，你家就清净啊。对。啊，几个会当做啊？嘿，你在注意法身，要做这個。哎，像哪底拢有嘞？嗯。哎，哪底哎，法界功你看偌快，包括森林啥，几个全部呢？这给我介绍了也对呢，形容也对，这给我真正有体会过啊。哦，你看，你正在化身，你会当安尼啦。有看到。啊，你会当安，你唔知影。啊，唔知影，干那怪光，光那无效。啊，光会当带你安，你都唔知啊。啊，你自然应用到你心清净，你的意识于含有你的五官意识底下嘛。阿赖也是啊，你的轮回的迄个主体嘛，啊，拢底下五官意识、啊、一生的记忆啊，拢底下。所以产生这个效果的出来，感恩。哦，安尼连接开，你也感觉讲哦，生命的连续性，有关系是那未使讲无重要，啊人啊未使讲无重要，要以人为基本，以人啊展现出来。你佛也是人呐、啊，旁边嘛一些无人帮我拽，人有那重要啊，人未使讲哦，人不重要啊，迄较重要，唔是这个意思。南波嘛重要，啊天波也重要，啊你我都思想会当广度到全部拢过会到安完整的人生啊，啊那有个什么智慧无啦，这个，规个全部或天顶以上的天空都是世界，都是你的，别人不会和你纷争。哦，对，化身结在底下呢，啊无规个不够，那还花这些几千年花这些精神的。被完成这個，环境那也遐重要，娃娃心那也遐重要，实相那也遐重要。伊到尾也毋是再回归重要，表达无表达到这啦，表达安怎刻经，安怎用什么材料刻经，用什么什么檀木，什么刻，拢是表达迄个价值出来啊。表达南部哦，皇帝摸过，皇帝踢过啊，同你讲安尼做标准啊。啊，你现有诶无介好，介价值死咧啊。真的是很感恩哦哦，看得很入迷这样子。因为我诶，好美，我都用言语形容啦。诶，像这样，唔能享受哦。所以你刚才讲诶，什么更什么更什么更，迄是基本诶。伊是要互你用诶，无毋对。我刚才比如讲，你圣地亚哥诶厝，啊，我到迄个就是迄个举世观光可以，直接甲你移动去。家己唔同来食吼，啊含这足侪配合安用起来，哦，迄更拢有作用滴个。嗯，啊，天波迄种足早就有啊，啊，咱即摆人才现代尔，啊，迄几亿亿万年就拢有啊，伊经过生伊嘛拢知影，啊，迄量足快啦，每样你计较啥物，你都对唔对啦？他说一切满足你的愿望，哦，伊无所谓好诶歹，伊的你啊，组织量会当到遐，就是拢好诶啦。当然，伊袂叫你去做歹代志，袂啦。去害人，你上绝对袂啦。得道的人绝对袂害人啦。但得道的人拢会妨害啦。嫉妒啊！啊，我伊是讲六祖得道哦，摕到迄个宝衣，用宝衣做表，得啊，得到要甲抬，要甲捉。嗯，迄个有得道啊！啊，世间有得道，你嘛，提婆达多就要甲害。嗯，意思就是讲嘛。啊！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莫阿莫德得到哦，伊得到跟哦写《可兰经》哦，贵族都要甲迫害，已经比他们山洞的。
啊，就写出《葛兰经》。耶稣得到，罗马帝国就要甲钉十字架，所以得到人拢会放开啦，啊，放开就爱成熟。你若去看，公园也好，好的环境、歹的环境拢袂要紧，伊拢会得甲变好的，哦，变完整。可是你去餐厅，都不舒服，坐在那马上变足好，变仙境。刚刚你家己伫遐用拢会知，很多讲会推掉。很多你讲做人推掉，哦，餐厅人拢推掉，你当阿用拢无听到声，记得拢当阿哩呢。是，人间买当变天上。对，有时候会法身会流露给我，就是突然景色推掉，然后变成像青花瓷这样蓝色的山水画的那种。哦，所以人多这个墙壁推掉，会当看到我这个公安的拢会当推掉啊。这块牌会当让你看袂到我。堵伊到你面头前，恁规个面目睭甲你砸掉诶，你看袂到我。好，哦，全部都罩住了。有诶对头在甲你砍诶。对，只看到杯子的身体。你规个杯子变足大块，甲你根本看袂到我。对。嗯，这个意思。对。哦，啊，从小你变啊，哦，你真境界当相信，哦，你变足个诶花拢，旁边很多花朵美丽的哈，什么的环境都在你身边。弄个灯啊！哦，有，而且我看到那个一颗那个花就一蕊一蕊这样长出来。嗯，都弄个灯，对，你弄个灯，规个你的法性哦，弄个灯哦，展现这美好的世界给你，由小变大，这是非常美水的世界，而且拢真的，拢真的，看起来它是假的，可是都是真的。小祥啊，啊，你个比方。你顶个这个片最后这个落大雨这个啊，你可能无当场下大雨，现在下大雨，有有，你的头发都湿了，有，衣服也湿了，有，但那种呢，真正淡呢，真正淡哦，你现在衣服头发都湿了呢，真的，都湿了呢，雨停了，它就恢复正常了，哦，瞬间干了，弄一张变作后想啊，我见心情都摆转转转，你讲我要希望。代表你学希望清净无染，啊，就去打坐去什么呢？马上给我变清净清净无染，清净无染，伊就清净无染。这是个清净的清净，变作水的世界，这间变作水的世界，佮扩大一百倍，就是也足快，伊个空间足快，有无？哦，有。而且都是七宝过程的，你这间处，这个空间，有有。焕然一新了，换，一间不一样。你这个境界就会当安尼，会当享受。刚才你讲，安接受也歹，安心情你自然好啊。是，随心所欲，那个心情歹，满一切愿。金光明讲的，要满一切愿。嗯，依空满愿嘛，依这个实相来满足一切愿望。咱一个片的名，你想啥有啥，你在你。心情你歹伫厝，心情歹伫在啥，拄着什么不如哎，随便都好个，拢往得变，解脱，解脱环境，解脱心境，解脱什么呀？啷个当？嗯，感恩。什么叫啷个当变恶个就对了。也无讲，你若讲你得道个人，无可能去害人啊！我讲个，袂去害人，我伊拢会原谅你，帮你过，帮你过，帮你过，帮你。诶，够好心啦，真够好心，好心啦！我变作一个好心，做垃圾有卖对吧？哦，对，做个好心咯，有，啊，该听你身躯的有，你叫做卖啊！好心啊，去听的，你我多担的，你来我多，你有好心无？我你见人真的，你国台语听懂不懂啊？我都讲台语啊。他也能听得懂哦，嗯，我说好心大善的嘛，安怎的嘛，无好心啊，无好心啊，无好心。像我哥这样带动我法轮背光啊，或是举身放光，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只眼就可以安住吗？还是要经过？你这边门对法轮背光，还是向轮背光？伊个表达，你对第二个音，第二个音，伊个内底拢唱内底，唱内底。好，比如说啦，向龙背光，恁无注意到啦。我在照片
罗振宏翕的。啊，即我囡仔时代到迄个我看过的景呢，我都袂记得啦。啊，是啥？伊也毋捌，伊也毋知影啥翕的，就我的过去翕。我过去也阁翕袂到，迄我去的境界，去的境界咱翕袂到。相有背光，伊就出现。相有咩？会让我哩重播，甲你重播呢？都实现了啊！更改讲啥讲啥，你真听听就有相有背光。哎、欸，要讲叫什么？哦，这样一听到啊，播讲我听，你也有，伊也有，伊也有相有背光的作用就出来。伊要专程用着相有背光，啊，甲我的声会当播出去，甲我的境界，囡仔看过的，迄个会当翕作相片。哎，就是相有背光的作用。不是针对相人背光的功能，它里面就含有相人背光。哦，哦，像咧做啥做啥做啥，哎，无一种能出现出来安尼，甲看到甲想到安尼。我就迄阵啊，啥拢唔捌，啊，啥拢我嘛无咧做啥物显像照变啥，我也唔捌啦。罗振宏客啦，我阁认为我那我也无去翕相啊，唔捌你知道。相人背光照，得在我行。哦，所以免专程针对相人背光、活人背光。啊！你自然滴较侪，滴较侪，化身自然，规个拢吸收着。嗯，好，感恩。比如讲，瞬间呐、啊，瞬间十把剑，你要给伊哦，有差几剑哦？啊，有，给伊全部都飞过来了。前后左右拢给伊七把利剑，你看那位个，有阿袂给伊挡着。瞬间迄个歹啊！啊，瞬间一排人射箭，要给伊射过来，射到你前面停止了。他射过来，射到你前面排一列阵子，哎呦，那种怎样子啊？哎，那种在必经的呢。沙尘暴会当我的目睭甜痒痒的，烟雾让你咳嗽。哎，你茫讲迄着伤呢？啊，这个人真正要害你，就走会过。再啊，我打针来痛，啊打针会痛，去针就会疼，而且针个大家较能接受，啊刀嘞。法界属于你自己的世界，你的法身的世界，宇宙意识凝聚而成的世界，你永远存在。你法身永远存在啊！法身呢，当存在也依据爱根据这三个根，天光光，你当悟到这，你感到一股意识光，这三个永远存在，你就对永远存在。后壁电力公司啦，这电力机关用完拢会发电啦，各增得各有电，各增得各有电。你公司要往低个啊，总源头的这三个根啊，大日哦，天光光、净火光这三个根，唔免去专程去演天光光、演大日，唔是这个意思。啊，上基本的，以后你出自于这个分心出来，感恩，出这个自见其身出来，你才会当哦，那弄会当。啊，你今天看十个，你会清楚未？看十个，啊，可以，十个你清楚啊？可以，一目了然吗？代表我都清楚，我都清楚，我都清楚，有清楚，模模糊糊的。嗯，没有，很清楚。全部清楚，像你照镜子那样，像你在看我那样清楚。清楚。一百个。有一，有，不清楚，没有那么全部清楚。我多高一百个哈？二十个。有。三十个。可以。三十个可以，一百个还不行哦，一百个模糊啊哈。就没有全部那么清楚了，对，九百一百个都很清楚，一百个一也你没有你单单剩一二三四，没也给你摆个中后小，一目了然，就是一百个十行嘛，第二行二十个嘛，都清楚嘛，清楚，你们弄清楚，卡数这头给砸掉，有那清楚，有那看得到，三四个有，四十个有，那就一排一排再上去了，你也给你排嘞。五十个，有，啊，五十个这五十个这边五十个一百个，这样清楚了，有，这样清楚了哦，把它带动安的警惕，安的一百个清楚啊，哦，一个就他都开始没清楚了，哦，安的清楚啊，啊，一些个是一些不限空间，无所不在，法身无所不在，就像这一百个挤在你家的客厅，圣地亚哥的客厅，哦，有，你清楚，有。房间没有那么大，空间没有那么大，一百个姐姐，全部满满的人，密码好像但是没应用你的空间，叫什么？你让你走来走去，一样排列一百个，都很清楚啊。哦，有。之前本尊还没有说排列的时候，他们都走来走去。嗯，对。啊，但走来走去，那一清楚。对，有清楚。
消失，你才行下去。哦，有。拢穿着，大家在在换来换去，你后壁也看会到。哎，陌生啊，恁哎，啊，自家演演演演，哎，可以啊。你进步紧，头啊无清楚，啊，一个就搁清楚，较侪甲演，啊，自然你跟后壁就甲伊支持啊。啊，你诶念这个意识光伫遮咧，意识光就包括。包括这个底身放光、向轮背光、像这种意识光，你个演这做标准，你迄落想啥做啥，好与歹拢自家演拢袂见，歹是袂啦。演咧，你想要，阿廖主任就亲近，看到你就亲近，大行慢慢你就演。甘本尊，你自家演。好，来做一千个，一千个出来，一千个化身。有。一千个清楚哦，哦，安尼境界突飞猛进哦，一千个啊清楚，境界真好。一千个，只捌看看，无就讲无。一千个，加一百个，加一百个，十个，我多。我算不出来它的数量。对，都足济啊！你想看阿伯教的迄个啊，这大家平常在巡过拢，因为啦很清楚啦。我这样环绕的时候有看清楚了。一千个啊，一千个，一千个啊，一千个分身，有看到。啊，那一万个呢？清楚吗？就越来越小。不，伊乎你大家无，伊迄无分一甲一万，伊无分一个啊，清楚一万的，清楚按上标准。无论哦，我坐人你都袂清楚，坐人就会按怎的，比较小乎你看袂，伊会甲你排列较足好个。就像遐大仙，就像遐大，你遮悬安尼，伊位置也都甲你摆甲足好。嗯。啊，一千一万，我难道讲一万个嘛吼？一万个安有清楚无？十个千。有看到，全部都是。有看到无？对啊，啊，你看有清楚无？有清楚。啊，看上角的尾啊，迄个。有了。上角的尾啊，迄个。要跑很久。有。上角尾四只地块。嗯。但它是很整齐的排列。嗯，也可以排列，嗯嗯，排列哈，就这样意思。嗯，有这个这个，消失几万年了哈，嗯，确定了。有哦，几万年。像万丹想什么光，什么光，你内底甲有啊，都有。哦，这境界安尼真好，我感觉真好。哦，感恩本尊。好，谢谢今天愿意接见我们。然后刚好怡芳刚刚有提到说那个之前我给他带动，那有时候都是他在家里有重视，然后本尊都有一个念头，都会告诉我说：“哎，你现在有的，你跟怡芳打国际电话过去，他也会有。”啊，每次本尊只要有这样子的念头跟这样子的这个话语出来，我真的打电话过去跟他讲。我不会随便 无端端带动他什么什么，只是刚好这样讲，哎，他都会有啊，刚好也就是真的很重视。然后，而且他这次回来也说他要带几张重要的照片，所以当时有请本尊选几张，包含有眉心放光啊，有几张比较代表作的，那他会带回美国去看。然后有机会当然可以，当然是自己体会好。如果有机会再把这么好的道。刚好有缘起介绍出去，那就顺，当然是他的自由啊。只是刚好这个意义，就像刚刚本尊有谢谢本尊给我的指示，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当这个会长，就是真的要注意到这个天部的，毕竟我们的协会叫做大日宗，就是注意到这个大日，注意到分身，然后把这个价值，我希望说，如果我今天当会长，是能够把这个价值给带出去，就像啊，你这么做会定啊，连你大日宗大家拢存你这个境界安尼吗？对，如果真有意义，对对对，你安尼包括永恒呢？感恩感恩，嗯，你目标终于实现了，不一讲就永恒，但是这样就实现了。了解，这一千年后还是伊的存，伊的化身还是存在。感恩，永生的这个艺术，真的实现了。嗯，他因为刚刚本尊有提到，包含从我父母的时代到现在，这样也都三十几年了，然后。我们也都常常在私底下在聊天，我们真的以前听不懂，就像本尊他们都说的，就没人听有，没人去注意到，那我们就是那种没注意到又听不到的人，就是啊，谢谢本尊都没有放弃，哎，不断的就是继续跟我们介绍，包含像照片，现在都过了三十几年，然后本尊
一张一张的告诉我们，然后把这些照片介绍出来。我觉得人类才有这个福报去了解到光的广大，了解到这个价值。更何况本尊的心这么广大，说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或者是希望有心向道的人能够摄受到，未来给有心向道要探讨生命的人一个意义。就像刚刚本尊带动怡芳，带动我妹妹这样子，诶，能够到达哦，这样子分身，然后达到自己的法身，能够离苦得乐。我就回忆到本尊有讲说，以前这个都是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本尊常常讲说，这是全人类的问题。我们遇到光，然后把这个道表达出来，真的就是把这个意义给完成。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一定要先体会好，一定是自己体会到，别人才有机会，怎么讲，跟着受惠。所以非常感恩本尊，就是我刚刚这样看，本尊有提到说啊，包括从以前到现在没人注意到，那现在到了现在开始有人可以体会，开始就像上一集，就最近这一片的第一个新同道，他跟本尊赞誉说，他只是去桃园分会，只是看了眉心放光，只是看照片，都没见过本尊，就可以登岸下来，下雨可以淋湿，这样实体法身，那这样子的。怎么说，这种光的传播力，用光在团这样的传播才是真的非常不可思议，而且也是我觉得是现代人最需要的，应该所有的人都需要能够达到光，然后未来能够用这样子的传播可以给很多人都能够有，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对，就是我们对本尊回馈一点点吧，因为本尊这三十年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因为真的人家听不懂，有时候真的在以前本尊说好像在对牛弹琴，然后我们体会不到，就觉得哦，本尊是个厉害的人，但是不知道说原来这个光的功能可以真的让我们实体使用到这个程度。我也不知道，说我的太太戒灵可以哦，灯可以按下来哦，我的妹妹可以一口气看到这样，然后他的小孩甚至都可以看到龙啊，看到境界。那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或者是每个人能够接触到本尊，接触到这个道。摄受到光的有这个意义就可以传下去啊！目标还是像本尊说的，就是把自己体会啊。爸爸妈妈没有得到的都被遗忘得去了啊！感恩感恩，都被他得去了，你有注意的。爸爸妈妈希望能得的就得不到，对。感恩啊！我就是爱让人会当存遗忘安尼啊，来配合你这人的思想啊。啊，我是拢以个人行到大生啊，都拢顺势而行啊。我以个人为单位，我袂就我要来为众生为啥？我是无迄个观念啦。我真正无迄个观念。我生活就是安尼。哎呀，拄仔人约我，我就出来。我自然就是安尼。哦，无抱着讲哦，你要回馈我，要怎怎？我无拢无这个观念。我真正平时拢按天地精神往来，也无人相信啦。啊，现人也袂注意到我，足自由自在过人生。啊，你行到大，生到大，啊，你足顺势而行安尼啦。没有刻意的哦，我啊，伊家己的见解做见解安尼啊，拄着迄个人爱学道诶，我就哦，绝对有那投入啦。好，啊，所以恁爸爸妈妈，恁两个咧过，我就想恁爸爸妈妈，我刚才找恁两个见解期待，啊，就这样才永恒呢，你知道？你继续讲了，继续讲。啊，对啊，所以而且本尊的照片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一阵子介绍照片，有很多同道都是因为这个照片，以前我们真的看不懂。我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民国，应该算是民国81年吧。我第一次跟我的父母，然后就去滨江街。那个时候滨江街的地那个地下室啊都没有铺地毯，我跟我的父母就这样进去，然后就问。那时候你几岁？那个时候我就是大概三四年级，然后他就是小学一年级。当时我历史小学一年级，还忘记其中一个三小学对了，对小学。我记得我的父母就走进去啊，我们以前不知道说那一间以为是大的照相馆。那我父母走进去，跟当时里面的志工问，那里面的人好像也都是穿绿西装，就在介绍。他们不知道介绍什么，就是有介绍说哦，这个就是本尊松七，他就是光体，大概。比较粗浅的介绍，我父母跟我们当然听不懂，那我妈妈还是我父母，他们就说啊，不然就请志工帮介绍一下这挂在旁边墙上的照片。当时志工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要30年后，他说本尊说30年后才会有人开始看得懂。
我给你印了，你就对了。不是，是志工印的。志工说，本尊告诉他说，这个照片没人看有，要30年后才会 有人看得懂。哎、嗯，结果真的没想到，真的就过了30年，本尊刚好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我讲以我家己做标准，我家己先欣赏。有人说，有人说我不管，我以自己为标，以那个，我那就是阿林啦。嗯，我看照片我也欣赏啊，像我今天看照片，我家己欣赏啊。感恩感恩，对啊，所以可是只有，因为就像本尊说的，家己欣赏，也只有本尊欣赏得出来里面的重点。本尊，经历过这30年后，真的把它介绍出来，我真的觉得是我们人类的福报。就像本尊讲，是全人类的问题。可以同道无报德，能够跟人类好修化。好，感恩好。修化能听爱笑，能够能听会得好。因为。可是说啊，也对啊，同道的福报。可是有些人代表人类嘛，你嘛人类，我嘛人类啊。哦，尊重人类啊，人类别人也不一定跟你注意这啊。嗯，好，那就有相应到的同道的福报。就有些人他甚至是不知道照片的功能，他也是因为照片摄受到。我记得刚刚提到眉心放光这件事情，也是我的父母早期在跟人家就是谈生意的时候，也是去到别人家。然后刚好看到那一张眉心放光，但是没有认真去看，就只是从客厅走到厕所的走廊挂了那一张，就头晕，然后回来又头晕，然后换我妈妈去上厕所，也是经过那一张头晕又头晕，回来才开始探讨说，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特别是我爸爸是很 TK 的，他无神论者啊，才跟对方一直。好奇谈，所以才有当时有一张小小张眉心放光的照片。就那个时候，我爸爸就拿给我们两个小朋友，就说：“哎，你就知道这个叫做本尊送气力，然后它会放光。”那我们也听不懂，什么事情都听不懂。结果没想到，怡芳后来也在陈清湖上面看到本尊的分身穿西装，就是在湖的上面。陈清湖上面、哦。对，那当时他讲，我也有看到，然后结果我的父母看不到。所以反而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你有看到，有我有看到，就在那个穿的西装，但是我看到是接近上半身，我不知道你看全身，我是看上半身本尊的分身的穿西装的样子这样，然后就是他指哎怎么有穿西装，就是讲的就是说哎我爸爸那一张照片的人在上面，然后当时就是这样，所以我的爸爸他无神论，但是他投入探讨，就是像本尊刚刚讲的，比自己看到更加相信。就觉得小孩子，我妹妹也不会骗他，就这样探讨。一直以来也都，我们也都不知道状况，说原来这个道可以探讨到这么深入。早期以为说只有本尊可以，甚至当时还说什么什么天上的本尊，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即使是天上的分身，都是本尊放出去的。那本尊没有把自己建立自己的形象。只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来本尊不断的开示，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源头真的是本尊是大光体，然后我们的法身也能够到达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就像本尊说的，你看很多学宗教的，他们还在持咒啊、苦修啊，都不一定就绝对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境界。那我们的同道甚至到最新的这一集，只是看到本尊的眉心放光照片都可以灯按下来进入解脱境界，所以像本尊说的，对啊，就我们以我们同道来讲，有价值的看得出，这真的是真的价值难能可贵，对吧、啊？嗯，对啊，你个会评哦，对啊，对啊，你喜欢讲一张，嘿，对啊，准你即马写一张啦，哦，你写一张，讲改变形象，哦，有，嘿，啊，无一道更安吹呢，有改变形象，啊，这蒙雾，对。就是本来就是都安尼啊改，你改变形象，比如讲我既然要甲以往改变形象变做你，伊在找我阿未输入讲变做你变做我阿未讲的是，伊出出来头哦足大，是无识西，哦，迄天神啊，我往者一直头壳顶一个天神头足大粒，我放光出，迄个人廖清信嘛，甲伊个头变做我个头，往者是我阿未讲要变做我个是，伊个头迄天神个头足大粒。一顶啊，一顶照片。有，左侧面一顶管头，一个头安做天神的头。哦。啊，我顶讲，变我的面，变我，哎，甲变做我，另外面，连着伊个。感恩感恩。一顶你无注意到，
我没注意到那个天形，但是 我知道本尊说的那一张，就是一团金色的，像就是本尊刚刚讲如来化身云。我比如我今天拍出来，你就看到雾啊嘛，雾雾跟那边啊无，就含他大谈多含谈多这化身云不一样。我拍出来一道的雾，哦，出来啊，到你的身躯，你的形就变妖啊形哦，在我这五官意识来形成就变过来形，啊，这像在做，不是咱人肉体在做，光在做。光就展现出来啊！光在做，安无意中伊就用着光啊！哦，唔用专程变当用光哦，哦变你啊较杂做哦，啊就变摇下面哦，你慢慢上变摇下面，啊你冇看到吼？有我有看到。啊你变以往下面哦，啊拍对，啊以往看有，啊即样拍对哦，一光会甲你改变。感恩，感恩。活生生的真正人啊！感恩，感恩。哦，你两个换位置，啊拍即拍对，沿路生出来。有。化身云呐、啊，你化身云拍，我一定相片咧，拍出按两个魂能出来，啊，等你两个换位置，啊，伊个功能就出来啊，就用着光啊，对，啊，伊一定啊，袂人类就有安尼，哎，你个探讨做跟做滴，你个你个注意，啊，亲自体会着较知哦，伊做平易近人的呀、啊，伊拄着人得力人啊，哎，得力人个平易近人呐、啊，伊也无思维啊，啊，量足宽。也袂让你计较，嗯，啊，就较早无认知啊，无认知啊，甲我程序一步一步甲体会出来，啊，即摆看以往会当安尼，哎、欸，啊，足欣慰。啊，你进电梯敢会当变暗？无法度就无法度袂要紧。电灯全部暗嘛、嗯？可以。哎、欸，马上可以。对，按到伸手不见五指。可以。哦，安尼哦，哦，可以马上暗漆漆。有。会当安尼哦，亮。恢复，有吼、哦。有。哦，啊，这规个拢灯是光灯，这壁拢是光灯，一拍一拍。哦，有。拢有啊，水有就对了，咱变灯亮起，拢有。啊、哦，有。吹来也有亮起。啊、哦，有。咱变就对了。嗯。连本图，意思啊，连本图有啊，吹到你家。啊、哦，有。壁存得。嗯、哦。学生最会谈，虽然去唔免迄落登山，拢唔免。学生啊，在落雨，学生拢谈哦。对。啊，感觉清气啊，啊清气。回收起你，回收啊，感觉清气啊。对，清爽起来。你虽然咧读册时，唔是讲冬天变，伊就当变啦。是。冬天无烧水，我七天还是啥，能变烧水。对。哦，迄个就这你就会啊。这我恁想着这唔得，哦，恁门徒拢会当。得多人你甲拜得大哦，拢足好过日的，你放心。歹的所在，垃圾的所在，拢变好个。嗯。拢变好个，你遐好看，开始你牙齿啊，啊无可能去牙齿啊，督查啊那啥都变足清气，都是个水灾花，规个拢变花红，拢会当个，哦最近规个拢花红，真滴花红。对，然后花香这样，花香都有，鸟啊也出來，有，啥物都有，就是你想会到，伊拢会啦。感恩。按叫做光的功能，是光变。啊！你无用着光，你用着啊！嗯，啊！你毋免考虑我这光要安怎用，你先滴起来。是。有时个，主人有，有时毋知要偌久，毋知啊，三十年啊。来去家己体会，我按你个当吼。嗯。啊！咱即摆想迄点，白天变晚上，种真伫外，人个是当外口做啦。外口迄白天也真惊日头足炎，一时变暗时，迄严重个啦。嗯，伊一届要交相片我，我甲做现个，我从开始做这啊，嗯，哦啊，即你人要做外口啊，对毋吼？嗯，厝推开，恁伫在伫外口啊？哦，有。你真济，无厝顶无啥拢无啊？有。真济伫外口啊，日头太阳啊，哦。对。车水马龙。爱当分身出去外口，规日把这个推掉，进变白天。日头晒得到，有。即摆伫等于坐伫外口啊，有。哦，啊，变晚上黑夜。哦，可有、欸。晚上黑夜吼，吼、哦，安尼。伊拄仔我坐伫个约伫个棒球场摕相片互我，啊边啊车声，边啊拄仔路嘛了，啊我甲现甲做，现甲带动，比暗时啊两点外，伊阵两三点，啊车拢，前车本来车声。一条路拢车声嘛吼，车子很多嘛，
变成静悄悄了，变蟋蟀身。哎，讲实话，你搁做呀，对不？我即摆都下地做啊。啊，你啥物功能？根的功能啊，根的无形中表达出来，没有针对啥物根。啊，你即摆讲眉心眼讲较歹滴啦，出现拢会滴滴啊。眉心眼已经会大致因的呀，经过大致三个根安，看这人。你的主人啊，你引咒你，你在这白天变晚上，还算足顽疾的呢？你听下了啊？啊，我迄阵在咧做在外国啊，啊，做上两瓶矿泉水，迄阵你有看到无？有。做变两瓶矿泉水，哪有矿泉水？啊，有矿泉水。还有矿泉水呢？客家专的。哎，你研究看卖，迄个矿泉水对出来？那这个人就叫上来啉者，啥拢会当必进呢？是啊，你唔研究啊，即无计在你研究啊，今日无到程度研究啦。矿泉水，哇，你有看到吗？有，有看到。摸了拢是用在里面血管的矿泉水、纯水好了，吼、哦哦。有有。啊，客家这样子，嗯，好哇吼，叫用拖叫零丁呢。我手上一个宝剑，吼、哦，非常的宝的宝剑，对吧？足计得来一个宝剑，吼、哦哦，很锐利，对不对？宝剑很锐利啊。我就可以順著插在那個壁那裡，有沒有？你彎著插在壁那裡？有。我放開，還插掉了，這裡在心。有。有。你們都看我。我又拿著這個瓶，它倒回來，變比較低，它不會鹹，我手不會鹹。現在還在這裡，有看到這個鹹嗎？有。還插在壁那裡。伊家己背安擦掉诶，有，哎，拢会动，对，好，这个剑忽然间安擦着，保未甲你刮着，安，你会感觉足耐无？哦，有，很利诶，有种剑气。你后下胃来绝对流血，我后边，啊，注射都会疼，这煞未疼，这个不甲着揣你，要揣你就揣你，伊会疼你诶。有有。安怎个啊？啊，你这个人诶，价值就是伊心未去害人。伊已经达到完整中，融与天同大了。伊啥拢会当原谅你？哎，得罪人就是安尼。阿哥底下是是非非，要害人，要创啥？我可能自然的啦，还是家己自我陶醉咧讲的啦。我就感觉我要安怎我用害我拢未怨叹人，奇怪。一阵仔时间就无呀。这句话你以后体会会到啦，心咪足清净无染，就无迄个仇恨值啦、仇恨心啦。自然的啦，这假袂出来啦，啊，唔免让知影，你家己知影啦，哎，那得讲知影，逐日足快乐的心啦，啊，迄个快乐人看袂出来，啊，你看我较有快乐，我看足痛苦安尼嘞，我哪有快乐？就是我活了足久，就要报你啊！你若接着本体啊，接着你的发现，即我安尼境界拢属于本体的。都足安静啊，极静，极而常照，照而常止，这不经的话，极而常照，静盖发光，静则明，啊明就见性，明就明心见性，安尼来啊，啊明见性才有跩，啊你这已经超过明心见性啊，境界底下深入就迄种明心见性啊，我一句话，心盖美人，你分心就出来，法性就流露你的法身出来。啊，任你遨游宇宙间，这种道好，能拄好好，对不？任你遨游宇宙间啊，你真要断嘛，拢会使。现在你要接到分身的宇宙意识，你的分身的宇宙意识了，伊才知影要揣一堆，啊，就成年纪化者，时空记载你什么所在，规个天地拢成个你个迄个感觉啊。啊，无我常咧讲一句话，引用老子一句话讲：得道的人上好嘢，我来讲。好嘢，唔是讲哦世间财，唔是啥哦足侪厝足侪钱，唔是迄意思。伊要想有想啊，要想有想一条，是，对，一生命啦，有生命啊，有生命上重要啊，要想有想，啊要想啊，无生命哪有好？有生命就是最富有啦，嗯，你想得开很好，而且生命永远存在，即句咧解答，有在都有生命，在拢你的生命，是，我感受到跟那个法身的连结性，真的是。啊！你接不住，这真单，这这就含外生接有着啊！你这嘛不是你人做呀？你讲光变的花，迄个光替你做，化身替你做呀！
啊，法身啊，法身更何业啊？更凝聚这个法身呢？你的人，你的自身这些东西更用的呢？那法身呢？啊，迄、那个同迄个第一个在你看了没说？没说方个用的呢？更啊，人方大日，大日直接针对你。我伊刚刚有见解就出来，化腐朽为神奇啊！更啊，咧找上对上，伊拢化腐朽为神奇。腐朽啊，拗茶诶，那可能变神奇。翕相找做工诶啊，伊未找人进山啊。你表达伊未找德高望重诶啦，你咧？伊未表达伫，我想咧未表达伫中东物啦。伊表达伫我啦。无咧做官，无咧做官，拢无啦。对，啊，讲都哦，那玻璃你听下落。所以我迄句话就归纳为：不要忽视卑微啦。开始看山河大地，都看都看，哦，都都都都。华侪讲了，你看边仔去草啊，伫遐风吹吹，看伊被忽视了。你伫遐看伊，啊，后来你知影，余光甲伊传，看到看这个这个这个变化出来啊，也因此别有洞天呐。迄、那个风景水水到，你心情会好，好到你摊头啊，搁还搁有机会咧讲哦，心情歹歹哦，安怎安怎要看，地不得不广，人不得不多，天不得不高，不高的重点是解脱、解脱、超越生死、解脱，另解是处理超越世间、处理出家的对，出家意思是安尼。处理这个吧，处理了，就你这你的化身处理啊，哦，出家，你这个伊的处处理。庄子讲，肉身是处宅呀、啊，宅。是啊。啊，真人处理伊的宅的家，暂时的处。是。啊，出家主要就要处理呢，啊，处理要处理啥？宇宙天地，用释迦牟尼佛最标准宇宙人生的实相。宇宙人生都可以变成实相，你现在人生变宇宙也变人生，组合成合一，你实相，这叫标准的呀，你真正得到啊。感恩感恩。哦，那意思，所以你现在足幸福的啦，啊。感恩。足幸福，啊，肉体有哪幸福啦？肉体身躯就顺其自然啦，肉体就是安尼，顾囡仔大汉，得去照顾家庭呢。啊，你顺势啊，有肉体就是安尼啦。啊！你化身无肉体嘛，未使啊！你就是有这个肉体，唔叫化身，也未使否定肉体啊！肉体的生活就是安尼啦，自然啊，肉体顺势就是安尼啊。即马你主题生命的依归就是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有啊，所以免烦恼啊。本尊，免烦恼，讲啊，咱人到一百岁拢足幸福，到一百岁，这安尼啊稳定啊，到一百岁拢幸福啊，心灵都无。伊就一百岁拢幸福，啊了，一定有钱，拢会一百岁啊！大家人有钱嘛，拢会往生。哎，迄个就是你的依归，已经在等你。你就顺势这样活得很好，他也活得啊，永远底下做这种，哇，真正足幸福的啦，不当吹啦。哦，随时拢会动啊，哈。好，感恩本尊。感恩本尊。跪跪跪。没什么，我跪一下。本尊请坐。哎，那个姐的没问题，哎，都有见你。最近本尊都一直强调说要自见其身的重要。像我们这我三十几年这样子去探讨。你那时候在几年了呢？感恩感恩。然后就去了解认识本体，知道说有光。那到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可以自见其身，又有法身了。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就回归本心，觉得真的很重要。在这里要感恩本尊，就是因为本尊能够分身，我们才能够亲近到光，才能够遇到这个光，遇到分身，遇到这个大光体、漩涡光、天光光、大日这一些，我们的法性才有办法点燃，进而变实体法身。最近就是说，因为本尊有推出那个灯变暗，白天变晚上，然后我很感恩说我的法身它让我体会到这个部分。自从可以这样解脱之后啊，我的这个人生跟心境就新天新地了，能够体会到本尊在 DVD 讲说，我都不成烦恼，都不用烦恼。以前还没有这样的解脱境界的时候啊，就是可能看实相可以出来，
但是它的延续性不够长，可能就一下子看实相开心，那看完之后可能又落入人部这样。但这是天人没有合一，这个人天无差别还没有去体会到。自从本尊给我们所知量，让我们知道说自见其实很重要，就是它会带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一切。那我就这样去重视它之后，确实它让我解脱，除了这个实相可以解脱人的环境以外，它大方向也可以解脱。比如说有时候起心动念，五官意识会跑出一些绕一些起心动念的时候，它的意识非常清晰，就从五官意识会往后延伸到宇宙意识。那这个宇宙意识就是我的法身会出现在后面，再有大日跟有时候有本尊分身这样。那这样连过去之后，我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没有烦恼了，觉得没有烦恼，它是一种清净式的这样流露出来。在生活中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像本尊刚刚有讲到人天无差别这个，法身他一直给我体会，比如说我在洗碗或者是洗衣服晒衣服，在这么的日常生活的工作里面，洗碗它竟然就一个水族馆就出来了。就在洗碗的时候是人部的这样洗碗，但很开心，因为有鱼啊，有飘鱼，又有水晶垫，又有那些海藻珊瑚，这样洗碗的时候就很开心的在洗碗。晒衣服的时候，它那个晒衣服的架子变得都是琉璃做的，就这样看想说，这明明就是塑胶做的，可是法性光竟然可以让它变成被舍，变成琉璃做的材质，很特别。出去外面有时候我就走一走，想说要把它变晚上好了。那把它变晚上的时候，整部的树跟鸟还存留，天空是变晚上，人的部分保留，但是晚上也是实相，这个法性光这样出去之后，这个晚上就进来了，就融合了，这样没有任何的妨碍。刚刚本尊有讲到说脏可以变宫殿，这个刚好最近也有法身有让我体会到，就比如说进去一个厕所觉得它很脏，那它自己马桶变黄金的，垃圾桶也变黄金的，这样就看那个垃圾桶觉得很特别，竟然变黄金的，就知道说这一切全部就是因为法性光已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心中一直滚滚的这样子，觉得怎么这么开心，这么喜悦，但是没有办法言语形容，那就从心里面这样放射出那个法性光。那它放射出来的时候，我的法身就出来了嘛，这时候我就明显的察觉到意识流出现了。有意识流出现的时候，一般是我自己有时候识辨自己带动，有时候是这个法身的宇宙意识就是心念口眼这样出来，有时候是我想的，有时候我没有想到的它自己会出现。比如说我在看法身的时候，那意识流出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法身会出来圆光，那一次它出现在空中有圆光的时候我震撼，因为我没有想到圆光，意识流进去的时候我才顿时知道本尊为什么一直强调圆光的重要性。因为圆光法身是实体的，意识流投入到法身有圆光的时候发现实体的，所以我就不会掉下去，我也不会说有什么不习惯感。天空的气压、云下面的停车格、窗户跟管理室，这样我这样看得一目了然。再看回去，对看回去窗户里面的肉身的我的时候，我发现这颗圆光无比重要，因为它是实体的，它是永恒的，那这样就有办法自主生死。就不管你未来怎么样，你的意识流投入这边肉身的部分，它就是淡化，那出离也要靠这个生命线，就是这个意识流这生命线。觉得意识流法身圆光超级重要，它可以离苦得乐，了脱生死，还有它可以出离。出离的部分跟本尊战役好不容易法身出来，就加紧利用有法身出来这个机会，我就开始跟分身散步。本尊的分身，本尊在圆光跟照见，就是在安新加坡的圆光的时候，有拿出一张照片，就是分身可以走在山上
虚空上，从黎明走到黄昏，再走到晚上。然后我好喜欢那个，所以我就请我的法身出来跟本尊的那个分身一起散步，就从黎明这样走走走走到晚上。黎明的时候，那个空气的潮湿，大地苏醒的天空慢慢要起来，然后鸟从树林里面飞起来，开始要大地苏醒了嘛，就这样走走走。我在想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感觉，除了解脱境界可以形容之外，要用什么言语来去形容这样子的感受？刚好本尊在五柄鳄鱼跟李长老讲说，这个是平行宇宙的转换，就是觉得啊，对对对对，这就是平行宇宙的转换。那你明明在人间，但是那个实相融合进来的时候没有破碍，你一样在走，那个分身一样进来，这样可以合在一起。有一次我又想感恩分身，本尊的分身一出来，架着金刚座出来，这样子我的法身我就坐上去。本尊的分身就说，这个咒折之前本尊有介绍说，这个咒折都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就进去看那个咒折，有中国风啊，有罗马风、希腊风的宫殿。那最有意思的是，我要坐上去的时候，我就请示本尊分身说，哎，本尊分身，你是怎么样坐才可以照片照出来是这么正，就是坐在金刚座上那么正？本尊分身就跟我讲说，我都有坐耶。他意思就是本尊分身讲台语说，我都用躺的啊，我只是大节像在那边好像翕胸，但是我都是躺在，我可以躺，我可以翘咖，我可以坐耶，在那个金刚座上面。这个告诉我的时候，我非常的雀跃。本尊在 DVD 讲说，分身有宇宙意识，也有五官意识。这个分身就很像本尊的那个个性，就是大自在、大逍遥，就不修边幅，就是很轻松自在，没有很拘束这样子。宇宙意识，整个金刚座里面所有的宫殿都是分身可以给我们大家的。就觉得说，本尊在DVD 讲的每一个，如果实相有让我们体证出来的话，确实每一件事情就是像本尊讲的，人天都没有差别。现在是想要请示本尊，我们这样子意识流有出去了，这样继续一直这样去连线，它会自然而然结晶成意识流的这颗珠，还是说需要？你有看的珠不？有。你要处理哦，处理有对抗的。产生意识流啊，嗯，重点的一点的，意识流一旦穿梭那个三个光体啊，嗯，意识流中会拍前锋啊，当然，伊什么所在拢会当进，入去你的思想，入去台拢会当。我、比如你进去对抗，你的分身底下有空中，有啊，你的思想底下看你坐伫遮，有，这是刚刚用直接看来对吧？哈，是，来做意识流，哦，意识流占大部分的宇宙意识了，是，哦，已经形成意识流啊，都也当接着宇宙意识，五官意识接宇宙意识，以个法性加阿赖是形成的嘛，处理的当瞬间转换成宇宙意识，嗯，宇宙意识较少用在南部了，哦，南部拢五官意识尔啦，对，宇宙意识用在时空，时空的转换迄阵伊就爱用到啊，啊，个年纪，很多讲的启示性的宇宙意识，嗯。即摆你进意识流，你进开夜灯馆啊，看下你坐伫遮，甲意识流用出来，对，哦，往慢动作，诶，伊安看落来，哦，伊咧透过意识流穿梭，你直接看了意识流光光啊，佮有乌袂定形态，对，拢含有一点暗色迄个五官意识啦，是意识啦，阿赖也是啦，啊那法性是拢光啊，嗯，法性拢光。伊两个呢夹在一起，拢有迄个光内底插有乌乌，甚至一气一点拢无一定。迄、个意思你直接看，甲听到恁两个中有珠啊？不，你含五官，你含分身的对抗，有空中嘛？嗯，对。我把意思就停顿在中哦中间，对对对，恁两个中间有底下咧鹅，对对对，哦有点暗色。
卖讲乌的啦，暗色。暗色，嘿。有阵啊，吼，都暗色啊，光较大部分，活性较大部分。有。哦，都透过迄个啊，无去你就看袂到啊。哦，真的，没有法身。看不到分身了。看不到法身，没有。看不到。哦、一定要透过迄粒意识流更重要。意识流个出现。有个道理，把你的五官是像一个道理，有宇宙意识个道理，安得看我，宇宙就靠我，平时和你看我，伊平时无出现，对，袂讲哦，我咧注意宇宙意识流无，你只能哎、欸，我看伫啊，啊你看伊伫啊，两个对看，跟心神对看，啊内底意识流咧操作个啦，意识流退开就无啊，就像你真境界做个相，马上看有啊，相人看有啊，对。哦啊，原来把你意识流切掉，你想拢看无啊？哦，你真看想也看无，你的分身你也看无，你个什么境界想看无？拢看无啊？都没有。你嘛看无？意识流拢切掉，可意识流在连接法性啊个天波，可就意识啊，这就要连听我啊，意识流个出现，安得个看无啊？对。啊，伊改咧外国啊，切掉。哦，伊唔知意识流啊，我讲意识流这伊功能底啊，对。你喝你矿泉水，也意识流先出来。意识流知影你的意思，但这个意思就是法性，爱我这个宇宙意识知影，伊才甲你变成矿泉水宇宙意识变的。哦。啊，无咱来当心念可言。心念，你的五官意识啊的范围啊。啊，取供出来，啊，取供出来这。能量爱透过光啊，啊，像矿泉水底下，较大罐嘛会使。我讲你，有种大罐的会使。哎，矿泉水你敢摸咯？真诶。好大。哦，好哈，真诶，哎，螃蟹佫重重咧，要倒拢重重咧，哎，哦。我顶下咧做雪地，山河大地河流下，我这念头发出去，心念可以，我讲出来嘛。心念意识流就出来了，哦，看空间伊就裂开，破裂变成山河大地，啊是意识流变的。迄个法性甲阿赖是一定爱光灯后壁支持啦，光比成火威力，然后成光威力，成光加倍力，伊才能裂开。啊，你坐伫山洞诶，大雪地哦，要成山洞咧烤火，哇、哦，遐真寒，遐咧烤火伊也拢意识流。哦，你烤火，心念嘛，我要看你底下咧烤肉，在用木头底下咧烤肉，啊，你的分身坐底下，啊，你甲摸迄茶拢定的，你才有摸着，才有那摸也定，遐定的，遐会烧，才得烧，遐食肉、食肉，啊，你才得咧食肉，我来透过这意识流穿梭，啊，意识流就是迄个圆光凝聚，有迄个圆光圆满叫意识流。圆光是属于法性光啊，法性光圆满的。有迄个圆光的象征，讲你这个人的法性有迄个宇宙光明体接到，所以你才当圆光啊。啊，才有产生这个意识流。你若讲有意识的，一定有圆光啊。哦，那就对了。法身圆满叫圆光，法身圆满了，你叫意识流在这形成。法身圆满等于宇宙意识啊。啊！宇宙意识在产生圆光。很多我跟你用对看，你只在看个外面的一个山雪地，有距离或喜马拉雅山的雪地好了。对，有。那些距离爱出来。对，有。就是有法停在喜马拉雅山加这台湾的中央遐。哦。虚空看会到你讲那个意识流。就像看会到。这更更好去看，更好你看，不是咱人视力看。啊！意识流消息消响。雪地下面迄种小心哦，伊咧控制，意识流出来也得搁出来啊。侬意识流先搞啊，现落光底下咧掌握，现落光开天地，伊侬家己会配合，唔免讲专业，我要用光用啥，伊家己会流露出来，自然有出来安就对了。心念可能这第一个重点，心念可能后壁底拢会成的，你光后壁拢有支持，是你唔知影啥物光在甲伊支持，像我伊咧演。你的长老在讲压缩出来像，啊，我未记一个天轮光，我未记一个，啊，原来做一个出来，做一堆出来，啊，佮收着啊，伊家己会造出来啊，你咱专门咧用迄个什么光，
照见出来，照见天光光去照见才有多。是，意思就是，人波的五官意识训练可能要通这天波的，要变环境的产生，来有线路光的支持，所以拢照会出来。有宇宙意识，有圆光一下，啊个更重要的后壁迄三个光，天光光、大日天光，凊彩一个嘛，拢会当产生作用。哦，你自然有法度训练可能，迄就差不多进入状况啊。啊，你若讲白天变晚上，迄种不是咱人咧做呀，人哪有法度做这個？迄种你有训练可能一配合你的意思啊，有意思迄个乌乌的暗淡暗色，更唔才知影你的意思。啊，无你伫遐咧画，你无迄条意思，伊唔知影你咧看啥。啊，迄个穿梭个思想拢，啊，宇宙意识拢连掉的啦。所谓意识法性结合成意识流，迄、那个意识包括五六七八。啊，所以我要来雪山，我要来山东，光就甲伊照出来，自然的。我要来古早，我要来，比如讲，你过去是什么所在，什么朝代，忽然间意识就甲伊吹出来。哦，过去的超过光速，我们再产生过去式。哎，古早的中国的古早的农村出来，对，古时候农村的古早的厝，那种中国迄阵去咧吊带，看下面吊带都来，把你印得出来，意思就给你吹出来，看看过去式也是安尼，啊，就看你哦，你迄阵下面撰写的安尼来，啊，家己看较准啦。是，意思就会给你穿梭。啊，迄、那个穿梭，迄、那个力量、能量，透过线路光，照见啊，就像可以吹出来。比如讲，我咧在人照见祖先这样，有阵啊，迄个人会古某，有人甲你讲唔对去，要甲你看，你知影无？意思就伫遮咧等你啊，意思就咧等你。比如说，你要看你妈妈，出现，你妈妈出现，你即摆想要见你妈妈来讲，想着啊，你妈妈出现。啊！你即摆调工要甲我考试，讲妈妈，但是你讲妈妈，但是哎，出爸爸，伊用你出爸，哦，来我再叫你妈妈嘛，叫你妈妈，啊！你调工讲爸爸，意思有伫遐动你的思想啊，你只能出妈妈出来，对，你出爸爸出袂出来，哦，有诶讲啊，这四变诶啊，我生出来啊，有诶讲啊，我爸母我生出来拢有啊。意思你才给你顾掉的，伊自然出个我一生念可能更照出来，迄做标准。啊，甲将甲伊讲名讲唔对，哦，你妈妈叫黄素清，啊，只伊甲伊照出来，你将甲叫我爸爸陈进忠，当我要照黄素清啊，你将讲你爸爸，哦，甲我报，你心内想讲事变讲叫做陈进忠，你要想陈进忠，但我直接甲你冻掉呀，意思就甲伊冻掉呀。一出来就是更照出来，黄素清，你的名照不出来，对吧？对，嗯，哦，那个在动掉了，意思功能就大啊，但意思一定要更支持，线路光啊，有等下天龙光，有等下迄个哦，不一定拢爱去支持啊。意思你若在演来演去，这境界拢无问题啦，配合你的眼光就伊落啊，家己照顾生活，家己迄个，你家己有法度生存的，因为人类嘛，对，啊，你怎啊要进一步要？变成天人哦，变成天波去提升你的生命啊！你得爱用法性来代表，不是用你五官意识是过生活啊，生活就离不了坏啊。食衣住行、吃喝饮食、衣料、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拢在念嘛。爱、啊、你家己肉身的行为，伊袂去管你这個，伊针对你法性有哎，伊常住啊，伊永恒的啊，伊更是针对你这法性永恒。常住性、永恒性，没有你永恒。啊，你肉体，伊针对你肉体，啊，无针对你肉体，有时会往生啊，对唔？哦，伊要互你永恒。啊，投入光中，啊，光中人拢伫光中，你个法性拢永远伫个。啊，照见祖先，像叫你妈妈，叫你啥，这个袂使，这要去较悬个一，较一个层次，就得来找光，伊就知影伫底。这咱人无法度知影，照见祖先，你过去个祖先在。咱这人唔知影，伊说更知影。啊，要安怎知影？伊毋是找你的灵魂，不是找灵魂啦，找迄个法性，以法性常住啊。找迄法性啊，法性离迄、那个伊的魂哦，魂魄拢离无偌远，
找外省，啊，伊个拢伫个外省，拢含个同一体系呐，拢伊拢知影伫底啊。伫只伊只伫只找就好啊，伊免找你人，伊就规个拢吸过，伊规个拢投入入来呢。啊，规个等于我讲个那吸尘器，规个走出来。啊，你就在一个手，拢百分之百，百分之百。我等下甲你亲族啊，你无想到，我讲无想到，拢甲甲你造出来，想出甲你照出来。你莫名其妙照出来，你还佫唔知影像呢？有一次我运动完，然后坐着等汗流完的时候，我就有看到庄顾问的分身出来。庄顾问的分身出来的时候，他头前面就是一颗太阳，金黄色的太阳，很舒服，很柔，很舒服，很温暖的太阳。我就想说，那用意识流进去庄顾问的内心世界看看，那个意识流这样进去庄顾问的分身。觉得好安静，非常安静。发现哇，庄顾问原来这么的静。那这个静跟我们去看法界宫的那种喜乐同等，不会说因为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颗太阳，就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精彩。他那个法喜的恒温，跟那个进入法界宫那好漂亮的黄金宫殿啊，水晶琉璃世界，他那个喜乐是一样的。哦，就像本尊讲的，找不到烦恼啊。這樣子，所以不搞讲离苦得乐啊，解脱生死，哎，这八字的重点啊，伊有重点主题是在表达呢，大纲呢，针对人的离苦得乐，我们在建立极乐世界，目标是安尼啊啊，你有更改拢有啊，拢会当啊。啊，庄顾问安尼，伊是无表达出来，伊这的大日与你同在的意思，要表达啥拢会当，拢会当信念观啊。哦，阿姨无表达尔，是无表达啦，嗯，哎，本来都唔免讲诶，家己人会知影，得到唔是要让知影，得到是家己要哦，伊个要啊人感，像我迄阵有这個，我家己嘛唔知影，啊你自然诶，家己拢别人拢有啊，哦，我是要解释讲迷信观讲足困难诶，嗯，无一种迷信观讲诶，啊迷信观讲了，哦，迄多少相片拢安来啊。规个向阳背光下拢叠出来，啊，规个拢规套个啊，啊，其实规个乌条遐宽啊，你，啊，当然只你体会，免体会到乌条啦，会当伊会当家己播出来是上好，地球你着体会到足好啊，诶，原始森林啊，还是啥物未开发之地啊，还是足地水个所在拢会当，人类袂当到个所在，你拢会当去，你处理去，伊拢会当到，啊，喜马拉雅山内底个足地内容啊。啊，咱无法度迄落啊，啊，就反正主题毋是针对去对去对，针对你这法性展现到多少，你的滋润底下成熟度到多少，看你这条眼光，眼光先给你过掉了，眼光就是你的法性光，眼光证明说你的法性是有更久的哇，产生眼光，是永远不会消失，啊，所以你啊看到你父母啊是啥唔捌。就见人看到，哎，来有阳光，就是光照到，安就是照见啦，能够加阳光。啊，我家己来看到啊，无阳光啊，遐遐种家己想出来，对，啊想会出来，思念老母想会出来，你的五官是会当四变，遐也是你的分五分身才会当，哎，你有自证其身才会当，自证其身你想的，爸母会当四变想会出来，但你也无阳光。你迄人也毋知爱加眼光，也毋知，啊无迄个宇宙意识，伊才有着五官意识尔。比如，哎，我想到阮过去往生的老爸老母啦，看到我，伊就感觉入去，哎，我爸母永生啊，真欢喜个。你无眼光拢无算啊，无眼光四变，哎，四变在宇宙意识的四变，就表示天道那袂歹。你莫看四变无啥，四变甲光照佫不一样啊。四变啊，甲有眼光都不一样啊，四变。啊！我想到爸母怎样了哦，等于这个皮毛，最后这个嘛，也我讲，伊是要表达，伊会当是老母已经多掉啊，这样子。哎，你四变安顺未歹啊，算伊有自见其身才会当。伊自见其身变，伊家己安慰讲，你的爸母呢？哎，来个加眼光，我就无问题。讲爸母啊，拢讲代志奇怪，我现在拢没关系啊，我们都听得懂啊。感恩本尊，刚刚有本尊有提到那个天轮光，那个天轮光，本尊有提到说，上次也是本尊告诉我说，这个天轮光里面，然后
就是意识流的那一个珠啊，里面都会有一点点比较深色的部分，包含在天轮光里面。后来我真的仔细像本尊讲，我仔细去看那个珠里面，都还有一些部分就是真的有含有我们的五官意识。啊，今天本尊解释才更清楚，说原来这个意识流它本身就含有本尊刚刚讲的宇宙意识，还有我们的阿赖耶识。那所以它在啊，对对对，刚好有今天有带来，可以对，就是。像本尊讲的，它里面的一颗珠里面有黑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五官意识，然后还有那个，对吧？啊，我等下直觉的啦，不一定圆的啦。好，了解。暗色啦，黑不是讲代表歹，不是代表歹，黑是代表你的意识。意识好。五官意识内底啊，佮有五六七八意识啦。了解。啊，你无这意识袂使，无这意识更唔知影你的意思啊。哦。我要来照着恁兜。啊，你迄五官意识啊，啊，光就甲伊照出来啊。啊，这是咧做，有去制作啊，为了吊，甲迄长老吊耶稣来，啊，我也无收到。啊，佮做这个，我想到这张相片啊。了解。照这个出来，啊个，啊耶稣是迄张，迄张照迄张出来。啊，很。迄张。放射的这个。放射性的出来，迄张。光耶稣虽然是我迄张啦。了解。伊毋是荧光从咱来安尼，伫空中从安尼出来。感恩感恩，这张啊，我看这张，这我收到啊，哦，这有伊的迄、那、落、個，哎啊，这张，这意思有种乌乌的，啊，从那这一张，有，那里面也是有一个黑黑的点，那个乌乌的，没得啦，意思，哎、欸，不规则啦，相无定向啊，哦，我听，头前一条，应该你头前一条线路，这里啊，迄个分身，对啊，啊，意思是规粒的，啊，顶管插一点嘛，乌乌的啊，是啊，有，对。不一定那个乌乌就对了，有点绕着你圆。哦，含这个就讲，哦，你那招怪家，哦，记得个乌乌个分别啊，你。对啊。都拢有这个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哈、哦，嗯，这三组这有欠啦，找无相片啊，较早乌白搭。哦，刚才现在人家翕相来啊，对啊，我连那底片拢无爱摕，啊，大家在那唱，感恩感恩，大家在那唱，我连摕无爱个摕，底片我都无爱，你看我落山，你看，到怎个知影宝贵啊？哦，迄一寡好个拢摕无到，两万张。哦哦，对，啊对，只只只着那哦哦啊，只着，只无那有哦，只着有意识流啊，只有无？只有。变成是啊，变成意识流了。我的这张我印象最深的耶稣迄阵来安呢。了解，感恩。他本来用宇宙意识在做，哎，天光光叫我到，啊不，叫真正耶稣迄个真正的哦。哦，感恩。不是事变的哦，迄不是事变的，光了调也未事变。事变是你人想出来，哦，耶稣我看过图片就是安尼呢，啊，真正人耶稣较容易接近你的面呐，这叫我较不接近。耶稣伊迄阵吊带拢有迄个画师啊，哦、啊，释迦牟尼时代较无啊、嗯。了解，感恩感恩。所以释迦牟尼画像较不定，啊，耶稣较接近。了解，感恩。嗯、啊，如来引而离迹，如来引，如哎有如来引，啊，如来引嘛是光吸出来啊，来照迄个耶稣像哦。比如我这边离迹耶稣的像，光就是安尼给伊插到啊。有我心灵可能。耶稣像哦，出来有如来云状的，有耶稣像云状的，云状大大变实体的，变真正人出来啊！真正人有那穿长袍吼，迄阵的衫，罗马迄阵的衫，嗯，一手手，伊站在你的边啊，叫你个望手手，你个望个手手，有望看吗？有，一因演万华，大家拢望有。我愿意，伊大概拢有。哦，伊讲摸摸我的胡子，摸摸我的骨头，就是、有肌肉都摸得出来。啊，就如来引在我度啊。好、哦。哦，啊，那要重播多玛摸一下镜头来哦，消失。嗯。因为阵要聚餐，还是要吃？啊，多玛怀疑嘛，唔相信耶稣复活个。哎，耶稣对门行入来啊。哦，那重播啊。光就一照去啊，照伊迄吼，迄、哦那个时阵，迄、那个时代啊，哦，你看照迄个时代，哦，迄阵迄个时代，啊，哦，伊个所在，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照出来哦，伊迄个所在，伊迄个所在，凊彩一个所在啦。伊迄厝也无工作好啊，啊，着着要聚餐啊，对吼。啊，耶稣行入来，啊，多嘛，对，伊阵拢流行老手手啊，对嘛。啊，耶稣行，哦，这时阵着照见的，这照见的，这毋是事变的哦。因为我毋知影怎个，啊，照见着含原来拢相像，再甲伊照见来，伊超越时空，甲你想出来，甲你用出来，伊甲你照出来。因拢知影，因拢知影故事啦。本尊在讲这段的时候，天光光 有出来。本尊在讲、天光光，自己出来啊、哦！对啊，你讲天光光啊、哦，就是本尊在讲这一段，特别说什么多玛、耶路撒冷这一段。哦、天光光，你有看到没？有。按我讲的就合道理啊，我也无讲的天光光，我讲的天光光是天父的，要照出来，将一个照耶稣就一定系天光光。对，天光光哦、你家己看到，你看，就证明我咧讲哦，就是我较早讲的，但我真无讲天光光啊，我讲心灵可以尔。啊！信任光，天光光的支持啊！一个成天光光威力，啊，我甲讲会出来，啊，伊甲我照出来。我讲到耶路撒冷啊，伊来甲我照，那讲到多玛遐，来照出来，对无？照出来，哦，你自然看到吼，天光光自然出来，伊无出别的光。对啊，就是本尊在，特别是在强调说这。还没讲召见之前，就讲说这个耶稣当时的景况的时阵，那天空光显出来、就像别人在比那照片。对耶稣出世跟那个跟亚当的像，伊拢照会出来啦，而且拢真的啦，拢活生生的真故事啊，非常真啊。安尼啊，照未出来就是后壁人加落的，不更改者，不更改者这种照未出来，后壁人家己写落的，一个无同啊。哦，伊对耶稣就是啊，那种当时亚当的迄阵。对，报告下等的是我迄日无讲的，报告下等的咧受洗迄阵，哦，很真诶，拢是啥？对啊。伊迄阵咧报的是我有看到葛兰高地，伊来源的水的来源咧报葛兰高地，葛兰高地水流来到下等河，下等河个流域加利利海，伊咧掠鱼啊，伊所在加利利，也所以个故乡加利利海，彼得咧掠鱼啊，伊帮忙去掠鱼啊，行走海面遐加利。在你那个流域死海，你就到最远岛的来源了。迄种照到遐来，我讲到一等了尔。源头啦，最个源头是葛兰高地啦，就是伊个地区，伊照拢规个地区，规个地区啊，你自然你拢知影，就是活生生的。受洗迄阵，真正受洗哦，超越这时空，但迄阵照着变活安就对了。因为更拢知影，更拢知影，咱人哪有法度知影这個？哦，啊！你我咧无讲天光光，我较早常咧讲天光光对天波的，对吧？耶稣怎啊变天波的？我家己造出来，家己讲出来，我也无讲了天光光，我你自然看到。有。啊！你正面讲，因这支持，你免先注意讲哦，我有得到什么光，要安怎发生？伊家己会造出来，你家己会认知。哦。啊！我本来拢无认知，啊！着足侪经验，足侪体会，我也无条件去体会。我伫刷刷，我伫生活，照种人咧过，伊直直我安生活，直直我生活，互我生活中间显露出来，是安尼呢，不可思议。像比如讲，好，小雪，要叫你阿妈妈，叫你阿爸爸有一届，恁爸爸有一届，我伫我一直咧本馆路吼，啊，恁爸爸带你安行出来，你会记得？本馆路迄届吼。啊！我伫路边遐等，伫迄路遐等你。啊！恁爸爸在边我创啥？啊！带你牵你个手绳出来，伫迄路边遐，啊！照出来哦，活生生的，活生生的，你看，就迄阵，恁爸爸在，伊在牵你个手，你竟然佫感觉到伊个手，真正手，会当照出来。哎，这个时代尔，啊！伊个两千年前拢照会出来，伊光个功能足大哦。伊介绍你佫唔好，你听会落袂？啊，都惊无听到的尔，啊，若有听到的，我就会当甲你表达。啊，你无听到，我等下国叫你笑的啊，佮加了哪号的，就佮加你两杯茶我，你也着加泡的啊。天光光就是针对天父，你若要吊天神啦，还是耶稣啦，还是空主啦，这个我拢来天光光。古早愈远愈迄落，伊拢会当讲。啊！若破了这照见主尊，现落光就是啊，天光光唔免插着。照见主尊这样，对法性照，
啊无，恁祖先我也毋知影啥物名，啊，我都甲你拍出来，啊，伊只房啊拍遐紧，踮个金字刻出来，哪有遐紧嘞？准准准哦，你当然讲唔对名，也是该伊个。所以伊讲你，你妈妈突然啊，即摆有眼光啊，要叫伊个名黄素清，即个拍住迄只房啊，唔系迄只乌蛋个房啊，我用我个概念，用我个生活中看个乌蛋，乌蛋啊刻，刻你妈妈个名，哇吼，叫。啊！你是咩？要甲我考试，要甲我，莫讲闹鬼，要甲我考试，我听讲阮爸爸个名。啊！你讲恁爸，讲爸爸个名吼，啊，刻出啊是恁妈妈个名。哦，啊，房啊哪会出遐紧？哦，比如讲，即个乌蛋个房啊，乌蛋，哎，家己安铺在黄素清，哦，佫足水。啊，要改金啊，会使，哦，黄金呢？嗯，999个黄金啊，真出。吐出来，雕刻的字体，郑恺唐朝的楷书，嗯，都是诶端正的吼，啊，要凹进去也会使，用这个棒啊，凹进去的，呵呵呵，刻印啊，先生，看你，咩在解释？林先生爸爸出人，这个，活生生的董卓龙先生啊，拍名。没有爬出来啊，有。佮十个啊，这次该爬出来，那有可能？你爬出来，光知影，这不是我的功能啊。我新任可能伊甲我负责啊。我较早是安尼讲的，我开票，伊甲我付支票啊。我请客，你买单吗？我有印象啊，陈信义。我刚见你一面啊，迄阵伫咧滨江街啊，我啉茶嘛。迄阵恁信义甲。较厉害，啊，搁一个小妹，三个伫遐饮茶嘛，平安街楼顶嘛，对，对啦，嗯，我会记起来。三十几年来啊，就是很感恩本尊这一世纪啊，圣诞在这世间，然后让我们得以遇思光，然后因为这一个光遇到这个光，然后可以一空满愿。你是，可是今天有这机会哦，哦，有啊，邀请来啊，你想要？有什么等大等的？嗯，法轮背光。我听说被法轮背光。嗯。哦。对。法轮背光哦。嗯。哦，你进哪边有啊？看过。有。法轮背光。有。哦，有哦。嗯。有亮无？有。亮。嗯。好，你的分身能带法轮背光徛在空中。有。有。先做对看。你看了这里啊，有。你看了也有，有。就像意思就是中，嗯。哦，拢有啊。有。哇，你见个瞬间啊，真有华龙背光啊啊。有啊，有啊。哦，好好。好，处理等于你的身躯啊，等于你的体内啊啊，有华龙背光啊。有。对。讲不要紧，爱要有声，你做你讲，天波的啦，南波的我无啦，嗯。全部拢有啦，嗯，好来来，来看，你迄华轮背光唔免讲专念个，有华轮背光，伊基本你有华轮背光，爱灵界产生作用出来，嗯，啊，你啊一段华轮背光，伊像我最近个伫个大溪个发现着，吼，迄另外一个世界安尼，诶，无熟悉啊，迄个个拢照出来呢。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空，哎，有诶服装都无同啊，我足水诶，我一照我伫遐上，啊，那这个都毋是社区诶人，啊，那笑容遐亲切，啊，就行出来，行，这都毋是社区诶人啊，想要甲问啊，伊讲，啊，等下，大家医院遐伫遐，这他妈摕伫遐乘凉，摕伫一个树啊边啊遐乘凉，忽然间一个中年人啊行出来，吼。啊，行啊，当探一下，我就去啊，安无去啊啦。啊，到尾啊咧，到尾迄我想着，我来看到这时，拢华轮背光拢出来。啊，迄歹唔是歹物啊，迄拢好物，迄拢摕土地神、土地公这啦。嗯。哦，啊有一届我伫大街，拄啊行去到车库，啊拄啊要越过迄边，对面这间厝哦，伊个门是对这对面啦，哦，伊个门啦，啊壁。路边这边是壁，头前这条是路，啊，这是壁，壁无门。啊，都
啊，边阵惊人出来啊，你边惊出来，我这奇怪啊，拢无熟悉的人。嗯，啊，佮一边，哦，我拄仔行到车场遐，看一间厝咧，问个收银员讲，啊，这间厝呾拢毋捌看到人。啊，我行过呾，足足多人咧开会安尼啦。我无啊，这间厝毋捌人出入来，迄人移民过啊吼，毋捌转来咧，啊，叫阮家顾厝安尼咧。啊，拄仔讲无了偌久尔，哎，我一过行过，就看一间厝过。看一间厝过，哎，内底一个秘书主任，啊，带七八个秘书伊个朋友来参观，来遐佚佗安尼。嗯。啊，这看无人啊，啊，都免两点钟就看到坏人啊，哎不，看到坏人，但系伫个迄个主人伫个迄落，哎，奇怪，啊，正个来伊个厝佚佗啊，啊是聚会安尼，啊，就出去到门口坐一个人行出来哦，迄个主人拢看会出来，迄个乌巴送主人啊，送伊出来安尼啦。啊，七八个伫遐，按是行啊，要当社区行行。我拄啊骑脚踏车个，我就属于骑喺迄边过，发现行迄堆去。因为无可能行伊，伊我发现行伊这边过，我拄啊在这边，啊行伊这边过。啊，我脚踏车行到会当骑个到啊，发现是要创啥啊？对，那遐济人来遮参观啊，是怎样？无咧，无人咧，免哪讲。啊，伊去一边上清楚的迄边啦。暗时我咧在往去散步，我上按散步，行路来散步嘛吼。啊，一个白塔门，看到个白塔门，啊一个妇女啊，较矮，啊戴一顶更草鞋啊，一顶帽啊，啊我边啊笑什么心哦？哎，散步啊，安我讲，哎，散步啊，啊行过，结果咱拢无甲我应，无甲我回答，哦，啊我这个人啊，这自大，你讲个咧，要得。啊！我拄仔毋知啥话，袂记退，要转去退啦吼。拄仔要弯道转去退，啊！阵行伫伊后壁咧，啊！伊阵行伫伊后壁，我看伊阵要行过来点，啊！我行伊后壁，伊阵行过来这边，我入去去间厝入去，啊！间厝都毋捌转来，啊！间厝嘛是拢毋捌转来，啊！即摆拢也无人住，啊！我入去门，佫等关一关，啊！我也无注意讲伊毋是人啊。哦，我行过，行到这要住遮，我看伊着，奇怪，迄人拢无开火。我头拄仔看伊门行入去，我现亲目看伊门行入去，啊，人拢无开会，就咧怀疑无开啦。哎，人走迄边啊，两个伫遐咧行，另外一个时空啊，真趣味诶！伫遐待伫遐，啊，迄种毋是歹物，毋是古文诶过，迄真正走进另一个时空安尼。毋知是回到过去啊，是安怎都毋知影。会啊，这毋是分身变诶，遐变诶我拢会知影。啊！结果迄个时阵，我是发现华轮背光。啊，所以你有这个华轮背光，你来旅游啦，有阵啊住伫个厝歹物啊，还是你住个所在有奇奇怪怪啊？嗯。像你阵你饭店啊，见我嘛？有。饭店啊，就有歹物啊。嗯，对。你拢照会出來？哎，入面这个是怎样？啊，你若无这个，你就唔知。嗯，我去住饭店啊，啊，迄个柜台迄个内底一个主管。是，我这间楼顶一间哦，拢无人住，拢阮经理来遐咧住，拢无人住，已经盖好。哦，安尼啊，盖好，啊，真啊袂歹，已经适当啊。我真啊住，你怎啊住？啊，大概两点外，拢两点外迄阵，迄门啊，好只大声。啊，我是奇怪，这也无服务生，为啥来在半暝在敲门干嘛？我真惊，我也无讲水，我就要惊伊讲。掀开，拄啊要按去看，你啊未掀开，我无掀开，唰一下，恁一条乌影走过啊。嗯。啊未走了，迄时你掉伫遐，毋知我自然发电信发出，毋是我发的哦，我后壁才自然电信发电掉咧。啊，看清楚乌的，迄个就歹物啊，迄种就歹物啊，乌影，本来足紧啊才能停的，啊到尾佫行出来，迄久的过啊，够猛的哦。哎，拢啊！迄阵我甲有那个回忆起，我有那华轮背光。了咧，迄阵我先看到华轮背光，我印象足深啦。啊，我都未记起什么华轮背光，较早在跟年纪那时在看作个在画画，我嘛唔捌啦。啊，迄个我那看到一个华轮背光。嗯。你喺带着拍厝种这样弄会出，弄会现出来就对了。嗯。哎，哦，哎，有效啦。啊，华轮背光唔是专门针对这個。唔是专门做顾问的过，这种对人有那有好无坏啦，啊，要得到这有那福气啦。
因为这是天波呀、啊，这天波绝对袂害人，也袂危险。有等下救到你，啊，想希望你无危险，你袂危险。感恩本尊，哎呀，本尊好，我是季佳琪，然后、欸、我已经记得，我记得了，谢谢。然后很感恩本尊，上次开示的时候有赐我圆光，所以我就现在都会常常跟我的法身交往。对啊，你法身来做清楚嘛？哦，我今天有圆光哦。啊，可是我本来无清楚，有圆光了，法身拢会清楚了。嘿，有。因为普通有圆光，就爱法身圆满才当是圆光啊。是。是我先讲讲你无机会记得我，昨天给这人加了。眼光等你成熟了，是是，有阵眼光比你较紧，你还袂记得爱先眼光，是这个是，就是迄阵你出国的时候才有这个现象。出国的时候你要见外机会较少啊，我无爱倒来台湾要带外国啊，迄阵是安生安尼呢，是，啊，大家去找我拢开始加，先加眼光，应该在你家己体会较完整，啊，要等你体会完整，啊，了足个时间啊，是是，像我你都。对，强势执行。对，强势执行哦，跟给你教，给你化身给这个，啊，你个大头啊，体会就自然圆光啊。啊，即马就有得好，你眼是眼光自然圆满哦。啊，出国哦，啊，讲要出国外国，我都带袂啊。我有洁癖的人，我喂，哇，你困着一定梦见讲，啊，这头前个在乌人困过未？有人讲个呀，来安那。然后。真的太感恩了，就是本尊这样子先，就是先赐我们圆光，然后现在看我的法身就很清楚，那我就会天天的都跟我的法身交流，就很开心，所以现在心情都很轻松。嗯，对，然后我也会常常自我带动那个天使跟如来明妃这样子。你啊，我法身清澈，你如来明妃都没问题。嘿，丢丢丢，如来明妃都没问题。就清澈哎、欸，然后肉身毛也会有感受，这样子很清楚。如来明白嘿，不如来明白你也当自动变比较紧，你卖受人迄个局限。如来明白哦，含人无相像哦，你人的是一个概念做基本了。如来明白，伊个法身啊，啊，你要修到，伊拢会圆满你的愿望。好，就你变什么，你偶像什么？白马王子都徛白马，拢有得变啦。我常常离本，就会常常换偶像跟我交往。大方大胆勇敢，拢唔免烦恼，因为有好无坏。对对，哦，拢有好无坏哈。然后就一点都不会有那种孤单感，然后不会有恐惧。也让你这种让你轻松，就轻松诶，这种你轻松。啊，足快乐个安尼。哦，迄是阿哥唔知决一对。哦，你是用人的方法啦，你硬讲到那是用人尔，用人的迄度尔。哦，比如讲四个人，哦，都帅哥很帅嘛。好。两个四个同志同样可以抱住你，有。而且你感觉到四个。有。感觉到四个。有。感觉到四个都清清楚楚。有，很清楚。经过如来明白，境界拢会足好。不管，表示你超越这你哦，迄、那个你无甲当作色情，也当作讲哦，迄生命的根源，对，生命力，化身属你，是，爱出来面个拢是化身属的，你家己这个人的本心属的，是，化身是你的化身现出来啊，是，任何偶像任何迄个你拢会当变，好，都爱慢慢看电影。讲迄个电影哦，男主角足羡慕哦，好帅哦，怎样？你做查甫人，看下，啊，现在含女主角怎个做法？你视觉都改，女主角变做你，你含迄个男主角变做怎？散步啦，喝咖啡，弄就你就在那边，他那个男主角可以这样，有，也可以把那个男主角调出来，是，陪你吃咖啡，当家很假，有，啊，你化身你含咪，看着都越假哩，嗯。啊，唔免教你做人就会吼，伊教你做人咧，因为化身念在你的意识内底啊。你想要从啥，伊配合你啊。是。哦，这最容易有好的机会。女人啊，得到这如来明辉哦，得到这化身哦，有迄个化身先生，非常幸福就对了。非常幸福，真的很幸福。哦、非常幸福啦。非常幸福，感恩本尊。绝对世间绝对无法度做迄个偶像啊，无做迄个。
先生也好，咱伴侣也好啦，伴侣讲伴侣较好听啦。嘿，绝对无当做这啦。对，对你足体贴足好安尼，活生生的安尼教。对，都很好的啦，我都心动啊。对，他会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最想听的是什么。我化身拢知影你啊，你拢知，你的化身那唔知，一整天都忙不停。嘿，伊就是要买来让我你幸福啊。就是以法为夫，我觉得好幸福、哦。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再找到像这种的。维摩诘经，维摩诘公以法为妻啦、啊。哦，啊，那个以法为夫。是是。感恩本尊，感恩本尊，非常的幸福。你见到伊，做些不可思议的出来。对，但一个原则未危险。嘿，未危险。啊，照常拢人的迄个拢行为袂要紧哦。好，啊，尿也是也恢复正常。对对，我常常在路上走的时候啊，然后我的那个偶像都会陪我，然后我就觉得还好，现在常常就是都可以戴口罩。因为我常常会这样走，然后跟偶像聊天，或者是他抱我啊，或是他碰到我哪里的时候，其实我嘴都离球，你知道？而且就欢喜，伊无分地点，嘿，对对对，任何地方无所不在，嗯，拢会当如来明慧，对对对，嘿，随时都可以如来明慧，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精神的足好，袂讲就难过安尼，嗯，你绝对没有地方找这种啦，这是帝王之水，我讲。皇帝甲皇后咧求诶，对对对，感恩本尊。啊，咱普通人对对哦，当然上好咯，非常的完美啦。有化身人唔知影演如来明慧是，戆不袂用食生理啊。嗯，感恩本尊。对，然后我觉得如来明慧他就整个提升我的生命，这样让我现在就是。生命就会很有活力，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生活就算有时候会想到一些烦恼的事，我就会让我去跟我的法身交往。如来明慧，如果女生的话会带她很幸福了，对，啊，男生的话会很稳定，非常幸福了。嗯哼，然后如来啊，真正有如来明慧的，哦，绝对哦，世界上你不会被。所有的人所迷惑或或诱惑，不会，不会，不会。看大家查甫在那搞嘞，我讲。我那大家嘛拢作骗，大家很漂亮，很干净。嗯。啊，咱公安美食是自己在那里自我陶醉哦。啊，你都无个啥个境界啊！啊，要等恁有这嘛要三十年呢。啊，人家都烦恼呢。你们那如来明慧拢听你的呢，你叫安怎安怎呢？听话，你本体拢满离一切厌呢？对，没有任何烦恼呢？对，没有烦恼。啊，拢照顾你，关心你吼。对。啊，要变价就变价，变价拢照顾你较足好呢。嘿。哦，啊，人讲无讲，人讲你以为男人啊，偶像啊较帅，哎，足歹按来呢？对。对吧？你偶像你啊，什么亚青啊，是较帅，哦。欸、真的很傲慢呢。是是是，你说做你的奴隶哦、喔。有啊，啊，这如来明慧也当做你的奴隶呢。嗯嗯嗯，非常的幸福啊。不敢。哦，拥有女人的雍容华贵啊，人家古如来明慧人啊。对对。哦，哎，非常的幸福，我看这，我无法度形容这啦。啊，那有这幸福，人类那唔知影，那问题在遮。啊，人类怎么不知道？嗯，这是专门给没有伴的人。鳏寡孤今，孤独者是，都好诶。好，感恩本尊。可是电影好像都想会出来，图片这个看到诶，很想会出来，幻想都可以实现了。是是是。啊，有这种哦，啊，讲是小姐，免嫁人也袂要紧啦。嘿，对对对，嗯。诶，免嫁人诶，有影这会当期待呢，而且比翁更幸福。诶，谢谢感恩本尊。你得煮饭好食呢。嗯。你得爱穿，咱都爱尹总，你讲都爱洗碗嘞，对不对？一面，对对对，对，因为我前两年我先生过世，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体会到这个如来明慧之后，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会孤单，然后我的生命就很、哦、不会专门针对孤独者啦，对对对，真的，你爱个镜子不提你看，演到边练，无比的现代，我问你给没？不会危险，好，而且只有幸福的提升，是，那里面没有华丽，好好。
没违法。本尊说实相不用乖，对不对？要就是尽量的这样去享受。实相你自由自在啊。对啊，你喜欢按照那种随心所欲啦。对对。啊，想要喝咖啡，想要喝红酒，哎，你就出现。对。太幸福了。太幸福了。谢谢感恩本尊。经常继续使用。好好好，我会。好，感恩本尊，谢谢。我变一个足调皮的，好，一个佮超过你的偶像，好，一个有出来无？有，一个有调皮无？有调皮，哇！然后他很英勇那样子，一个看，嘿，哦，有够调皮，有，看咧直直要来电，嗯，有，看咧来电哦，直直要来电，超那个超壮的这样子，对对对，你形象超壮呀，一直变这样哈，超壮的。很阳光这样子，对对对，那个干净，干净干净，你变心，要爱心配合你，要饮食，要娱乐，要什么，他都可以配合，对对对，人生活得美好。对，他会带我去天涯这样。带你去什么？天涯就是每个地方，或是出国去玩，什么都可以。浪迹天涯的，对对对，浪二级天涯这样子。对，今天真陪你啦哈，好，陪你，好，谢谢。伊好感谢你，好，免啦。我也要跟本尊感谢。跟本尊，这个算，这个也是你本体变的啦，你的本体都变的啦哈。好，所以你该享受哈。好，跟本尊。啊，一个无够，再后边佫两三个在等。好，我会。啊，无三个啦，一个无够啦。好，三个。三个啦，哈。好，三个。味拢无同，味道都不一样。好。这一个性格，一个帅，一个有气质的。肤色也不同。全部都是很干净。对对对，有气质的，有野气的。是。都三个。哦，有。不一定哈。好。你绝对吼，绝对真正足幸福的啦。好，谢谢甘本尊，谢谢。感恩本尊，我是那个王思文，上次就是有去桃园大溪北本尊，桃园大溪，哦，你捌去桃园大溪，对，威斯汀嘛，对，然后本尊有帮我安圆光，奥体也不，有，我都会给他想出来这样子，然后像刚刚那个本尊在带动的那个法界宫，就看到光无。对，我就看到我自己的法界宫跑出来是一个城堡，这样是紫色、粉紫色的水晶宫的感觉。前面就是有一个喷水，对，看真的房子那样呢。对对对，真实感哦。对，哦，然后前面的那个喷水池是巧克力喷水池，哦，也有喷水池哦。对，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就在那边玩那个喷水池这样子，就是你看你的法身底下在玩弄喷水啊，你这里有感觉呢。对对，他很开心。然后就是跑进去我的那个法界宫里面，就有钢琴的音乐就开始跑出来，对，就这样子一直看，跟着进入这样，对。哦，法界宫普通拢足宽呢，拢一定有那有山林野气拢有哦，不仅有喷水池哦，嗯，也未单调哦，而且范围足宽。就是旁边就开始那花啊、草啊、山啊，全部都，哦，那整个山林都出来了，整片的哦，哈，对。你会觉得有那个法界宫，觉得很富有。嗯，对对。山林也是你的。对。嗯，然后进去里面都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哦，当然哦。对。哎，法界宫的平时在世，现在还活着，多进去走一走。嗯。住那里也可以。好。进去住也可以。嗯。好。嗯。哎，不会消失。嗯。你随时有，你只要有法身，它就不会消失。嗯。随时想，它就会出来。你随时想就出来，随时有，它不会消失。永远存在，嗯，一直到你100岁以后，它还是存在。好，嗯，感恩。刚刚就是本尊在带动的那个矿泉水，我都看到。你拢有哦，对，我安尼更加那对对。然后我刚刚也有看到我的这个盘子有出现葡萄，就给它拿起来。你的盘子怎样？有什么？就是白色的盘子出现那个葡萄，紫色的，哦，葡萄，它放着葡萄给你。嘿，对，然后我就给它拿起来吃，就马上嘴巴就有酸酸的感觉。哦，都很尽量学起来。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实相生活化。对对对。啊，进一步实相理想化的用，你幻想什么它都可以实现。嗯。你这里搞幻想，跟你的幻想程度不高呀。嗯。啊，那有这种，人类那都无发现到。
欸，你好个在，恁有发现着着，应该。嗯，好，感恩本尊。荧光料就拢有这啦。嗯。欸，产生效果啊。好。嗯，谢谢。哎，欸，哦，别搞鬼，来，感恩本尊。嗨嗨。我是吕培轩，感恩本尊大光体，然后照亮我的累劫累世以来的这些痛苦啊，然后每次只要接触到光，心里就变得很平静。现在就是觉得心变得很干净，没有什么可以污染到我自己，时常就保持着就是很快乐的心情。那刚刚本尊在带动的时候，我的皇宫是很高很高的楼，是算是金铜色的那个黄，用你的法界光，嘿，我看到是安尼，嘿，对啊，就它就特别的高耸，它一定合你的意了，嘿嘿嘿，就很像欧洲的那种建筑啊，那种罗浮宫的那种画风在里面，这样，他们实物都一样哦，嗯，对，哦，你更改了，那真的好。感恩本尊，啊，你有看到你的法身在里面吗？对，我反正站在正中间，这样环绕。他在那里走，你也是在；他在那里，也是你在这里。嗯，你就感觉你在那里了。嗯 哼，你的感觉都连线了。嗯哼，那，啊，你的标识力用意识流啊，嗯，意识流掌握得住了。嗯哼，我待在里面怎么生活都可以哦。好好，不是刚刚哦，有法界光，哎，你也当生活，哦，嗯，啊，嗯，而且多彩多姿啊。嗯嗯。超越人的想象了，嗯，看你的享受程度到哪里，尽量享受。嗯哼，好，嗯哼，感恩本尊。我来，谢谢，你们来恭维来，你们来恭维。那个非常感恩本尊，我觉得现在我这个时刻，就是虽然我的年纪已经快要从中年进入老年，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你的年纪宽了，随身的呢，哎，你的年纪宽了，外身哎，那外身那随身的，你不看看。你看那，你还蛋头，就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人部跟天部，就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精神啊，然后心情啊，都很自由自在，没有什么太没有什么烦恼，然后而且在实相方面，是我最近是觉得是自己有很大的提升，当然我还没有达到什么登边啊，还没有。可是我了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放在这个法身，停在法身。可是我就是常常好像会一直拉到肉这个自我意识在那边拉扯，所以说还没有很稳定。那我是知道那个道理，而且我现在我记得以前在滨江街一开始遇到本尊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玉思光很重要，因为只要见过本尊一面就可以永生了，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一直这样跟着，虽然这中间都没有什么境界，没有什么那个，一直到本尊开始到现在本尊又在讲玉思光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更加了解说，原来这个玉思光是真的让我这个法身成就了。那现在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达到很多现在大家很好的体会，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挡住了，嗯，所以我现在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自我意识啊，了解自我意识，按的得有啊啦。对，对，没你很多拢带对未？哎，他在带动遗忘，你都跟得上吗？嗯，如果说譬如说，人气机在吹，然后那个下雨有感觉，然后湿掉有感觉，然后摸到那个都有感觉，然后譬如门移过来，我站在我家门口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门移在这里都有。可是就是说灯变暗的部分，就是没有，可能灯变暗还不会，一秒可能说一秒它又变，就好像这个肉身的眼睛很容易就又出现了。五官意识级别，对对，刹那身，刹那面，刹那量，嗯，对，就是五官意识很强。嗯，然后自己现在知道自己的问题，因为像我以前只会一直用自我意识带动，后来是本尊开始讲大道之行之后，慢慢在讲这个意识流的时候，我才理解哦，原来我一直没有办法体会的很好，都是自己的自我意识一直障碍住了。所以我现在开始学会慢慢的就是放下自己的那个意识，自己尽量的去往投入在这个法身的意思，当然就是在这还在学习，不是，不不，还在体会中。这直接针对法性跟灵魂的讲的，
所以你问自我意识入面就给冻掉了呀。咱常在讲的这话普通话啊，啊，大家拢有，你看伊这，啊，你个上接近的这应该拢有啦。感恩本尊，你我即马听到你也足紧就有啦。感恩感恩，谢谢本尊，感恩。足紧就有啦。好，谢谢。你化身啊，行到大，你跟上。你即马是外星在对话，你徛在空中。即马有没有看到你站在空中？有。有那种看人安尼较清楚哦。有，很清楚嘛，哈。啊，看你，在空中看你。有。哦，安就表示有意识流啊。啊，你看伊，看化身，看伊，看你，看。你无看到意识流嘛？这样要用透过你的意识流，你的意识流出现在明星家。有。然后移出去，接你的化身。有。变意识流变调到你的化身啊。是。啊，意识流，你意识流都透过你的化身的看到你伫遮，你看到你那个意识流的活动啦。安就是啦。好，较远就有啦。好，我刚才讲啊，这严重点讲，伫个雪山，是，蛮坐伫个山洞呀，伫遐咧烤肉。有，你是坐咧烤肉，就伫遐咧烤火，有烧烧无？有，遮也烧烧呢。哦，就安在听到咩？你要看伊遐去，你伫遐看伊遮来，安有无？看你徛遮，有，哦有，好，中空间你看，直接看印度国哦，你知道？喜马拉雅山哦，好，中有哪看得到？伫个空间有哪看得到一个意识流？听到是袂歹啊，对对啊。就是灯变暗还不行。不，来来，意识还不行。看意识流看清楚来。伫中呢？伫中，伫个。跟那个雪山的中间，也虚空中，因为看一个印度嘛，就虚空中，哦，就意识流就是啊，意识流回来你的肉身呢，连心交，佮看去伊就带你走过啊，看了带你走过，走过化身遐去啊 ，OK， 啊，底下坐底下咧烤肉，有，安尼，边啊加一个牛郎，有。哦，能出来哈，就给安里面就出来，好，安就出来，好，安意识流有啊，意识流有怪个无同啊，好，感恩，意识流会当感受外在的情形，你即摆感觉会烤会烧嘛，啊无啊，徛伫雪地啊，徛伫雪地会寒嘛，这种有嘛吼，意识流的现象啊，这种有出来，功能有出来，你袂使想执着讲啊，我种我有关系啥。就建议你用地对安就好啦。好，感恩。以往这个境界，但都按这个境界上啊标准。好。啊，忙执着来讲，灯未亮下，灵气就亮。好，感恩。白天变，像白天变晚上比较简单。白天变晚上，晚上变白天，静悄悄的安。你无意识状态下会啊，有当无计划啊，较有啊。你若讲有关系底下，安较做嘛无。所以安尼意识流出来，你做怪就无同啊。对，感恩本尊。哦，拢对人会对，拢想哦，一样哦，哎。嗯。你干嘛听？你干嘛问？感恩本尊，谢谢。来来来，OK。那学生啊，那讲，讲个袂是变老灰啊。感恩本尊。嗯。非常感谢三十几年来本尊一直在护持着我们。三十几年啊。对啊，很感恩。我想跟本尊赞誉一下一个那个，我有一天在看电视的时候，就突然间，我就这样往地上看，就一直有就一个那个深谷，就这样河流这样的深谷，我就我这样坐着就一直看下去，很深呢，非常的深，然后慢慢就宽了，然后有河流，什么都有，然后很漂亮，那个空气很清新，然后。好像我就跳下去了，就直接下去，不知道怎么下去，我也不知道。然后再从底下这样看上去，就很高很高哦，那个深谷啊，非常高，两边的深谷很高，然后就一直延伸，好远哦。我就这样，一个是从上往下看，然后一个视觉是那个从下往上看，这样两边就让我体会。我突然想，哦，我还没有体会过这样子从。你忽然间伫个
山谷上啊，看到河流。我自己坐在椅子上，椅子上啊，就突然对这个地就突然不就变下地，忽然间变这样的这样，就没有地的感觉了，就是直接就看到。底下的山谷啊，山谷上，山谷上对。一个我在那山谷底下又往上看，真的，真的吗？那种临场感，对对对，临场感，空气下拢有得着。哦，那空气啊，什么那个感觉很舒服啊，宁静啊，就然后一直延伸延伸过去，这样。所以非常感恩本尊。那我还有个赞誉，就是我有一天就突然出现男生的生殖器官，那我就看，然后就没了，好，一瞬间凉，一瞬间，对。后来我自己就在想，哎，我刚刚有看到，然后我就把它请出来，哎，它是自动勃起让我看。这第二次给你看，我对他就自动勃起让我看，然后这也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再来一次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我想，我自己都想说，哎呦这么大，非常大，然后他还有一个意思叫我要这样，不是这样抱，是要这样抱，这样才抱得起来，两个才。嘿，要这样抱，对，他叫我要这样抱才抱得起。他教你是怎么教你？是思想告诉你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感觉跟我说要这样抱。一个念头还是声音？好像是念头哎，我也忘记，反正他就是叫我说，好像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要这样抱，然后我就这样抱起来，然后那个抱更有实体感，有就抱起来了，然后就是那个重量啊软。然后他那个龟头就非常的清楚给我看，这粉红色的，然后很漂亮哦，就是我那种石像的嘛，那很漂亮。对，就是只是我那时候有点傻眼说，说怎么这么大？立马给他看作色情，你还动作我知道你的物体啊，这么个出现有啊，有就很大，比你看的还大。哦，有更大，而且更漂亮。对，哦，更漂亮，大，对，哦，有很大，而且更漂亮。对对对，更漂亮，对对，很干净。然后看起来会有，亲切的感觉，很亲切。对对对对对。哦，更大更大更大，有，更大哦，那个点布条。有猜的才能点破条，有很大，这点破条啊！你对对对，很大，真的很大，漂亮啊！你顺势看好，爱可以缩小变成小，有可以，很好，应该很快的，感恩本尊，感恩。很快的，阿伯突然明白我猜，他就不知道要怎么那个呀，啊，不知道要怎么如来明白呀，啊，如来明白，我比如说。你先把这人要变出来，比如说，你要变人出来无？有那第一次的那个，我有变出来，我自己有把它想出来。想出来。第一次它自动出现嘛，那第二次是我自己把它请出来之后，我有把它想出来人。哦，你也想讲，我要如来明慧，伊就给你主动啊，也主动弄出来是给你变出来。哦，好。我要如来明慧。爱的，你对伊行就好，拢袂危险。好，袂危险。好的，好。我要如来明慧，好，要体会就对，体会。好，好，感恩本尊。你拢好诶感受，不会歹。好。好，感恩本尊。电光爱讲出来。来，安德。你应该等于你还没去如来明慧就好了，算体会，有出现无如来明慧，我真的感觉奇怪。感恩本尊，没有你体会，好了。这个放光现象哈，这片出来。什么现象？放光现象。第一个在义者看到明星放光，还有迄个，我想三十几年前，迄当阵我就是头一届。甲本尊的缘起，就是看美星放光这张相片，啊，看了后，迄个震动哦，我袂晓形容，哦，我是在讲六地震动，
感感觉就是讲，那遐遐殊胜，遐奇怪。啊，迄迄当阵就一直震动，哦，无停啊，迄无停，反正想着爱啊，就震动，迄时间。啊，你啊震动有点啊，头壳会晕呢。有时候，晕啊，毋捌晕过，捌。有哪捌晕哦？震动还是地忽然间掀起，迄种会晕呢。啊，所以看到迄个明星放光，爱延迟。就是讲找这条路，啊，路尾还未见到本尊，迄个分身出现，阿舅，啊，我在李进，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就是讲，迄阵还未见到我，还未见到本尊，哦，啊，这个现象就是讲，才牵起来，啊，牵起来，迄个触感，啊，分身搁在讲话。那一种，那我的声就，你的声，啊，就讲你有学到的问题啊，都可以问我，哦，问心就对了，所以迄个的经验就是，安尼引起，家己亲自实证，所以拄到迄过去的代志的时候，我一直咧感觉讲，世间人呐，遐无迄个，因为我见到迄个分身的了后，迄个心境吼。是完全改变。迄了后，甲即卖其实拢同款。本尊落尾讲的“常尽我乐”，世间无常苦空无我。咱就对这个理论完全了解，变做离我家己这个肉身吼，规个转变过。这是安尼迄个接受无法度去讲啊。人生自然就改变，啊，真正就像足侪人在伊会讲，那遐好的机会，啊，会当甲本尊同一个时代，啊，见到本尊，啊，见到免修，啊，自然成。啊，过去本来我要去出家时，去问个迄个师父，就讲，咱会当像释迦佛安尼无？伊讲那有可能。迄个师父咋讲的？就是讲，就星云法师讲的，我要生生世世来做和尚。你在台湾讲？伊讲，我讲做和尚目的咧，伊讲拄着佛来出世的时候，才有机会做阿罗汉。我也叫不来啦。就是讲，他们的是因为思想，就是讲生生世世要来出家，啊，出家就是四慧命。爱当拄着佛出世，啊，才会当有成就。想来想去，就是讲，你若行迄条路去，则当作讲我生生世世要做和尚，把它当成他的结果。啊，你即摆知影讲，佛教甲老尾讲的四心是佛，四心作佛，诸佛正遍之海，重新响声。回到本体，所以这个本体观。那所有的人抓得到，应该都会找到他最大的满足，最大的究竟。我来感慨，就前面啊拄着啊，有的会珍惜，有的未珍惜。你大圣佛经落尾我看到的，奉公是家，啊，你没有得到，是你没有持，你没有容器。这家持是要互相的讲，平常的语言讲慧根啊。不会会跟人是不会容器，今天他是没办法得到。我还蛮用自我意识动掉的，自我意识。是啊，做番薯我讲个滴滴答答，但是咧心哦，唔得做震动的。感本尊。我讲真，你讲迄个种，迄阵你啊第一出过，迄个就无啊啦吼。生生世世做和尚。叫经典咧行诶啦，毋知影讲意识光，意识光就解决啦。哦，安尼你后不容易进到伊落安解好啊。来，感本尊，我非常的感恩本尊，本尊是我生命中最最尊贵的人，甚至我都觉得是超越我的父母，这是我很由心的一个感觉哦，很衷心的一个感觉。那我在体会接触到本尊的思想以后，我的
当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哦。事实上，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应该说生活的历练跟成长之后，发现我真的太幸运了，我只能说太幸运了。那到现在，我目前我的感受是说，本尊带动的实相，我也渐渐的能够去体会到。有一天我刚好出门要去协会的时候，刚好看到前面有一只小鸟，我就有一个念头，请我的法身坐上去，飞上那只小鸟上面，哇，好像 有点像驾大鹏鸟一样的那种哦，那种觉受，我可以直接跟我的那个生活中去融入。当我体会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真的是。本尊这个思想真的是一个法宝啊，它能真的解救人类真的那种心灵的苦楚跟那种悲哀。当下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我自己有这种很深刻的感受。那因为生活中的体会很多，我也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在电脑面前，可能电脑刚好休息的状态，它是萤幕是黑的，出现一个，我是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红色的一字，那是一耶，我突然才发现出现一个一字、啊、当时我是完全没有去想到这个事，我才想到本尊讲的，其实万物都是一啊，都是可以合一的，只要我们跟我们的法身合，自然合了之后，它就可以跟光体合。当时我的感受就觉得真的这个道太殊胜了，所以我才需要花，应该讲说更愿意主动的去投入在法身的思想里，主动投入在这个实相的涅槃里，然后来展演这个实相，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很衷心的感恩本尊。那本尊今天的提升也非常的多，在我这边我真的只能无限的感恩本尊。没影响到生活，没有影响到生活了啊。实相呢，而且体会这都没有影响到生活了。没有没有没有，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恩本尊的那个。是是是。哦，三点钟哦，要紧。OK。